什么情况？这个死对头怎么会躺在他旁边？既然是被耳边的电话铃声吵醒的，他迷迷糊糊醒来，抬手想接，手肘才动了一下，骨头里传来的酸疼感立刻就把他叫清醒了。电话铃声吵耳，他紧皱着眉头，眼睫随着他的动作抖了几下，随即不耐烦地啧了声，挣扎着起身挂掉电话。这一动可不得了，身下的酸麻和剧痛瞬间从脚底窜到他头顶，疼得他龇牙咧嘴，同时也把他昨晚的零散回忆给疼了回来。一个英俊硬朗的五官迅速窜进他的脑海，回想起某些细节后，既然几乎是被吓了一个机灵。只见他僵硬着脑袋往回转，果不其然，他旁边还躺着个男人，而且这个男人竟然是他的死对头秦满。记忆蜂拥般回笼，既然想起昨晚在酒吧里，酒过三巡后，几个狐朋狗友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刚刚在酒吧里看到家里刚刚破产的秦满，两人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是死对头。既然一听这消息就连忙起身问道，你们在哪看到他的？得知秦满在洗手间后，既然就气势汹汹地朝着洗手间的方向走去，打算待会一定好好的把秦满羞辱一顿。果然既然一推开门就看到正在洗手的秦满，从前三天两头就上杂志封面的商业新星，如今还不是沦落成了这副鬼样子。想到这，既然就从钱包里掏了张黑卡丢在秦满身上，喂，听说你破产了，需不需要资助？只要你给我睡一次。结果话还没等他说完，秦满就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笑，一口答应了他。记忆全部回笼的既然此时很想点根烟冷静一下，但显然情况不允许，于是他只能拿起地上裤子一股脑地往自己腿上套，谁知他身上疼得厉害，手不自觉地在哆嗦，套了半天也没穿好。就在此时，床上的男人醒了过来，一把扯住了济然的衣服，你去哪？男人嗓子低沉又沙哑，划破了这片宁静。济然动作瞬间僵住，他转过头就看到秦满眉梢轻轻挑起，眼底带着些漫不经心的疑问，你该不会睡完了就想跑吧？济然瞪大眼，连忙站起来和他拉开距离，我跑？你都没跑，我跑什么？哪知他动作太大，不小心扯到腰，瞬间疼得龇牙咧嘴，但他是绝不可能在秦满面前示弱的，于是咬牙道，我这是要去给你买棺材，你喜欢什么款式的？秦满坐起身，目光在他身上某处扫了一圈后，才漫不经心道，什么款式都行，只要你说话算话，先把这次资助的钱付了，别睡了我就翻脸不认账。既然瞬间气乐了，是我睡你还是你睡我？秦满似笑非笑，抬眼问，那你爽了吗？既然一愣，他顺着秦满的话下意识转移视线，看了一眼秦满身下的被褥，随即嗤笑道，我爽？你做梦呢，就你那破牙签塞牙缝都不够。秦满闻言点点头，然后掀开被子道，你等着。既然一惊，等着干啥？想打架？说着捡起地上的裤子往他那边一丢，要打，你也把衣服给我穿好，不然一会救护车来了，光溜溜抬出去多不体面。秦满一言穿上，我有职业素养，不打金主，我是要去隔壁问问。既然没明白问什么，秦满哼笑一声，问问他们昨天晚上有没有听见你叫，再跟你的朋友说你想吃白食。既然震惊了，他从没发现秦满这么不要脸，他们虽然是死对头，但秦满平日里都是冷冰冰的，跟今天这个赖着要他付资助费的完全不像是同一个人。既然道，秦满你脸都不要了？秦满无所谓的耸耸肩，我都破产了还要那些虚的做什么？好，算你狠。既然从口袋里掏出那张黑卡来，再次丢到秦满身上，密码是19951，只能刷50万，多了我砍死你。秦满接得很准，卡在他指尖上转了转，行，既然你包了我，只要不威胁人身安全的要求我都能答应，其他的以后再说，现在就一条。既然咬牙切齿道，以后要是有人问你那方面的事，你必须说是老子干的。你第一次不知道轻重，是我服务不周，这是我的体检报告，放心我没病。上级说道。既然一觉醒来发现死对头竟然睡在自己旁边，想起昨夜自己酒后的荒唐，既然本想溜之大吉，谁料死对头秦满竟在这时候醒了过来，不仅如此还声称昨晚既然已经包下他，要求既然付费。无奈之下，既然只好把卡给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若是别人问起昨夜发生的事，秦满必须说自己是被睡的一方。对于金主爸爸的要求，秦满挑眉笑了笑，知道了，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你很厉害，干得我死去活来，还让我一个晚上没消停。既然气炸了，觉得自己寿命骤减20年，我特喵的没让你说这么仔细。行，秦满点点头，掏出手机，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我收了钱自然得尽责，以后你需要那个的时候就找我。既然脸又被气红了，但是现在情况有些棘手，不好跟他翻脸，于是拿出手机加了联系方式后就匆匆离开了。出了酒店以后，既然叫了辆出租车
去了前段时间才买下的一栋郊外小别墅。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洗澡。进了浴室，吉然原本挺直的背脊立刻向下弯了弯。卧槽，这也太痛了。不像跟人打架时破皮流血的那种痛感，倒像十来根针扎在一处，隐秘又发痒。就在这时，身边的手机响起，吉然烦躁地拿起手机，竟然是一条陌生信息，你还好吗？吉然盯着这全黑头像想了老半天，才反应过来是谁。他懒得打字，直接按下语音键，把手机往自己嘴边挪，张嘴就巴巴一顿乱射，老子能好吗？不然我上你一顿试试。秦满，我告诉你，我屁股你要是没好，我把你家给烧了。秦满闻言嘴角勾了勾，回了两条语音，你在哪？我送你去医院，省得你烧我家。既然连个跑腿小哥都不敢面对，更别说去见医生，那还不如直接让他去死。我去个屁的医院。说到这，既然灵机一动，倒是你，现在就给我上医院做体检去。我昨晚随便说了一句醉话，你就跟我上床了，你身上该不会有什么病吧？既然当然知道秦满没病。秦满是谁？没破产之前，秦满就是所有人眼中的天之骄子。他估摸着昨晚秦满会跟他走，八成也是喝糊涂，但他就是要这么说，就是要狠狠把秦满的尊严踩在脚下。他原以为秦满会生气，或者直接不回复了，谁想才不过几分钟，对方就发了张照片过来，后面还紧跟着一条语音。既然点开图一看，居然是两张体检报告，找了一回才找出来。秦满声音如常，上星期才拿的报告。放心，我没病，第一次不知道轻重，是我服务不周。既然事情没办好，钱我也不能全收，费你一点吧。你看2万够不够？话音刚落，既然的微信界面突然又有了变化。Q 向你转账2万元。既然这一口气差点没上来，直接把手机摔了。这混蛋把他当成什么了？五分钟后，既然才扶着腰艰难的爬进浴缸里，凉水触碰到肌肤的那一刹那，既然才觉得自己活了过来。他咬着牙，一边脚搭在浴缸上，一边拿起手机，没想到竟然刷到了秦满的一条朋友圈，就简简单单两个字，找活。既然看到这两个字时简直大跌眼镜，秦满居然会发这种朋友圈。反复打开头像确认了好几遍，既然才肯相信这朋友圈的的确确是秦满发的。他躺在浴缸里不禁有些唏嘘，一直以来秦满给他的印象都是清高孤傲的，难道就因为破产真的会让那个满脸冷漠目中无人的家伙变成现在这副模样吗？我告诉你，我这辈子看上谁都不可能看上秦满。上集说到，既然在洗澡的时候刷到了秦满的朋友圈，发现过去那个清冷孤傲的人竟然开始在朋友圈找活，一时唏嘘不已。难道破产真的能让那个满脸冷漠目中无人的家伙变得那么市侩吗？莫名的，既然想起了学生时代的秦满。那时候还是上初中，记得那天刚上完体育课，他就被几个男生给围了起来。因为既然是私生子的关系，又和那个正牌大哥同一所学校，所以平日里没少被找麻烦。既然当时年纪虽然小，但也不怂，对于几个大男孩的嘲讽却也不甘示弱地呛了回去。结果可想而知，只见领头那男孩直接一掌推了过去，怒道，活该你妈当小三遭报应死了。这句话直接触到了济然逆鳞，你有种再说一遍。说完直接一拳打在对方胸口上。见状一旁的几个人也全都一拥而上，对着济然拳打脚踢起来。就在这时，一声细长的哨子声传来，竟然是带着纪检部袖章的秦满。听到动静，打作一团的几人全都停了下来，济然也回头朝着声音处望去。那个画面不管过了多年他都忘不了，干净洁白的校服衬衫就像给秦满镀了层光，把那人衬得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只听他淡淡道，我已经通知学校和警察了，你们要陪我一起等吗？那几名把济然围住的男孩闻言瞬间一哄而散。你来干什么？济然不满地看着他，别告诉我你吃饱了撑的来这里散步。济然，你受伤了，先跟我去医务室。秦满脸上并没什么表情，那平静的语气瞬间让济然炸毛了。滚，那些混蛋怎么可能伤得了我？秦满垂下眼不再说话，就这样静静看着他脸上的伤，许久后才淡淡开口，这已经是你这个月第五次打架了。既然不自然地撇过脸，关你屁事。说着转过身就想走，秦满伸出手想拉住他，结果却不小心碰到他胳膊上的伤口。既然嘶了一声吼道，放手。秦满松开了手，就这样看着既然走出了巷子。就这么一朵高岭之花，半分钟前朋友圈里找起了工作。浴缸里的水已经凉了，既然回过神暗骂一声，都过去那么久了还想这些做什么。点开那个全黑头像，把他拉到了黑名单。洗完澡，他随手披了条浴袍，准备吹干头发。就在这时，有人按了门铃。一大清早找上门，谁这么不长眼啊？既然放下吹风机，扶着腰艰难地走到门口，透过门外监视器，发现竟然是自己的死党岳文文。说起这个死党，家里有矿的 gay 圈名人，微博粉丝小几十万，满城大半 gay 都认识他。
岳文文坐下来直接开门见山，我说今晚去泡吧，昨天秦满就是在泡把他带走了，想到这几人就失了兴致不去。岳文文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看来昨晚秦满挺猛的对吧？几然吓了一跳，几秒之间心里已经把秦满祖宗十八代都问候完了，但他惊惧了一小会就很快就镇定下来。不对，秦满和岳文文这两人八竿子都打不到一块，秦满不可能把事情告诉他的。几然开口道，谁告诉你我跟秦满那什么了？岳文文问，你是喝糊涂了？你昨晚自己跟我说的呀。几然是真不记得这一段了，他昨晚喝的太多，记忆储存量显然不够，去酒店之前的细节早忘了得干净，倒是记得自己在床上怎么挠秦满的。现在冷静下来，他甚至还记得秦满身上的温度。几然暗骂一声，立刻打住回忆。岳文文继续八卦道，我说你上学那会儿就不对，这么多年一直守身如玉，也没见你对谁动过心，没想到你这第一次就是和被天才秦满，你不会是坠入爱河了吧？滚，老子看上谁都不可能看上秦满。几然直接打断他，开口就瞎说，而且如果我告诉你昨晚是我干他呢？秦满一本正经地看着几然，你身体要是没好，一会咱们可没法办事。上级说道。几然的死党岳文文来看他，期间问及昨晚他和秦满发生的事情，乃至他直接说道，如果我告诉你昨晚是我干的他呢？岳文文闻言陷入了沉默，许久他才出声，声音里满是震惊，你没毛病吧？就你这条件随随便便往那一站，就有大把灵往你身上贴，你干嘛非要糟蹋秦满？他不给几人说话的机会，继续咆哮道，你要知道秦满可是我们万千小林的梦中情人，结果就这样被你糟践了。几然一脸无语。岳文文，你的尊严呢？岳文文冷笑一声，尊严值多少钱？你赶紧告诉我，你多少钱找的秦满，我也去试试，说不定我还能让他医回来。不可能。几然直接打断他，开口就瞎说，我这个人有洁癖，我跟他已经定了长期关系，为期一年。岳文文摆摆手，真没意思，那你今晚把秦满带去泡，昨天你跟秦满走的事圈里人都知道了，大家都等着看你耍威风呢。闻言几然满脸黑线，这事大家都知道了吗？岳文文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他，谁让你昨晚那么燥，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包了秦满。几然头疼了，他昨晚本来没想真干秦满，包下他不过就当多个小弟，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完全脱轨了，最后只能无奈道，行吧，那一会见。银色的兰博基尼超跑疾驰在公路上，遇到红灯总会引来旁车的目光，他拿出手机里的搜索引擎输入一行字，微信怎么把拉黑的人加回来，心想自己包了秦满一年这话都放出去了，当然要把事做全。重新把秦满加回好友后，几然直接给他发了一条语音，你在哪？我有事找你，发地址给我，我一会去接你。发完直接把手机丢到一边，只见他单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松散地搭在车门上，看到红灯一灭，车子就率先呼啸离开。到了约定地点，几然刚停好车，抬眼就看到秦满正好走出来，只见他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卫衣，下身是黑色牛仔裤，在街边站得笔直，身形颀长，十分显眼。几然忍不住看了眼自己身上的黑卫衣和牛仔裤，总觉得不太对劲。他刚想下车，就看见一个年轻女人朝秦满走过去，他不知跟秦满说了什么，秦满表情淡淡，摇了摇头。几然看着秦满这副爱答不理的模样，脑海中再次浮现学生时代秦满穿着校服的样子，冷冰冰的，一副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样子。果然这才符合秦满的人设。几然正看得津津有味，不料却对上了秦满的目光。瞧见他，秦满挑了挑眉，拒绝了女人朝他递来的名片，径直向车这头走来。秦满上了车，慢条斯理地扣上安全带后，转身问他，你身体好了吗？几然没想到他一来就敢提这事，踩油门的力气差点没控制好，直接转头怒道，干你屁事。当然干我的事。秦满睨了他一眼，一本正经道，你要是没好，一会儿咱们没法做。几然告诉自己要冷静，生气就输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包他一年的合同定下来。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没好气道，老子没说要跟你上床。秦满点点头，那我们现在去做什么？几然硬邦邦道，去吃饭。说完便不再看他，脚踩油门一路飞驰而去。你要资助我一年，我的服务有这么好吗？几然在一家日料店定了位置，没别的，就因为这里包厢安静，方便谈事情。坐下后，他拿着菜单胡乱点了两个菜，等服务员把门一合，几然靠在椅子上，直接开门见山，谈个合约吧，资助你一年要多少钱？秦满知道几然这人一向不爱按常理出牌，但听见这话他还是有些意外。只见他轻轻放下筷子，慢条斯理地擦了下嘴，那斯文优雅的模样让几然忍不住啧了声，哪家爷们吃饭这么擦嘴吗？真是矫情。秦满笑了笑，你要资助我一年，我的服务有这么舒服吗？什么？此言一出，几然瞬间气炸了，他不停深呼吸，告诉自己要冷静。
许久才你没不耐道：“秦满，你如果不想再在满城混下去，就继续贫。我告诉你，我资助你，不是想让你和我睡。”秦满抬眼看着他，语气暧昧：“那你给我钱干什么？难道你不喜欢我的身体，而是喜欢我的人？”几然咬牙切齿的更正，专门挑难听的说：“就是想让你跟我上床，行了吧？”说着，他啪的一声放下手机，接着说道：“不仅如此，平时你还要随叫随到。我说往左你不准往右，还有，在我们合约期间，你不准跟别人瞎搞。我可不喜欢情人给我戴绿帽子。反正我这人要求挺高的，所以你慢慢估价吧，别把自己卖便宜了。”秦满咽下生鱼片，看着他道：“你那儿有多少钱？”几然一顿：“你想干嘛？反正买得起你，只要你不漫天要价，开个一两亿的就行。”秦满笑了：“一两亿可找不起我，不过我和你哥认识，可以给你个友情价。”几然心情原本已经平缓了许多，一听他提起几维，眉头立刻皱得死紧。他是他，我是我，我不需要打折。秦满看着他不自觉攥紧的拳头，想起他们家里那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不再多言：“既然这样，我要你卡里所有数额的一半，怎么样？”“行。”既然从来不在乎钱，直接一锤定音，爽快答应，然后拿起手机问道：“吃完了吧？一会跟我去趟跑。”说着起身就要去结账。过了一会，既然结账回来，在走廊看到有个中年男人递给秦满一张名片，突然想到刚刚来时也有个年轻女子主动和秦满搭讪，既然莫名的感到有一丝不爽，直接走上前去，气势汹汹道：“我说不能和别人瞎搞，其中也包括女人，懂了吗？”秦满瞬间明白他的意有所指：“如果你说的是刚刚路边的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是星探，我都没认真听她说话。”几然轻哼一声，转身朝外走去：“我听说现在当明星挺赚钱的，怎么，你看不起这行？”秦满语气轻飘飘的：“没经验，做不好。”而且几然见他话说一半又停下，有些不耐烦回头道：“而且什么？而且我陪你上床就能赚一大笔钱，为什么要去趟这趟浑水？”此言一出，几然震惊了：“天啊，这家伙的人设已经崩坏到这地步了吗？”只见他掏出烟，强装镇定道：“你特喵的能不能别把上床挂嘴上，一会去 pop 给我注意点，要是说漏嘴，我就让你秦家再破一次产。”话还没说完，夹着香烟的手就被秦满一把握住。看着眼前的人离自己越来越近，几然心跳不禁乱了几分：“你干嘛？”秦满低头凑到他耳边，声音刻意放慢提醒道：“你看右边。”几然不明所以，转过头看到禁止吸烟四个大字显眼的挂在墙上，顿时无语了：“你随便玩，我来替你喝。”宝宝们，这样的男友力谁能顶得住？岳文文定的位置是 pop 最好的一桌，今天卡座坐满了人，还有几个坐不下的就围在周围站着。岳文文一个转头就看到几然和秦满，不是他眼尖，而是这两人一前一后站着，在人群中太过显眼，大家一见岳文文这个阵仗就知道谁来了，纷纷停下手中的娱乐，不约而同往后看。虽然事先就听岳文文说过，但真正看到几然身边的秦满时，还是有许多人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虽然今天全场满座，但还是留了位置给几然的，大家见他来了都很识趣地让出了中间的位置。几然没顾身后的秦满，径自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刚一坐下，身侧的朋友笑了声，非常自觉地给他递上烟来。几然叼着烟，马上有人给他点上，他刚吸了一口，大腿外侧突然被人碰了碰，原来是秦满走到了他身前站定，但几然没开口，没人敢给他让位置。几然抬起头与他四目相对，片刻后几然朝秦满的方向吐了口烟：“没位置了，你出去站。”看秦满表情如常，众人立刻明白了，几然没跟他们开玩笑，他是真把秦满给包了。见这架势，坐在角落的两个男人忍不住窃窃私语：“几然这样对秦满真的没事吗？秦家都破产了，能有屁事？”见秦满不动，几然不满道：“你听见没啊，别站着碍手碍脚的。”岳文文站起身来打断他，并朝几然左侧的人摆摆手：“快赶紧坐过去，给秦满让个位置。”知道岳文文在打圆场，几然抖了抖烟灰，一声不吭。旁边人见他没有异议，这才小心翼翼地让出位置来。秦满泰然自若地在几然另一侧落座，整个卡座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岳文文就忍不住拽几然的衣袖子，试图打破僵局：“小然然，你简直绝了，你太牛逼了，你今天带着秦满来让这些人都开了眼了。”话音刚落，就有个人开了枪：“几然，你来晚了，该自罚三杯吧。”来人是顾哲，知名纨绔子弟，一直以来和几然很不对付。只见他手不规矩地搭在女伴身上，另一只手举着酒杯：“来，我陪你走一个。”几然瞪了岳文文一眼，用眼神质问：“怎么什么妖魔鬼怪都叫来了？”岳文文一脸无辜：“不是我叫的，他刚才在隔壁桌，看样子是冲着你来的。”看他这样子，几然不再说话，也不看顾哲，兀自拿起面前盛满酒的新酒杯一口闷下，那不屑的模样让顾哲看得牙痒痒的。可恶，这小子竟然无视他，给脸不要脸是吧？顾哲边喝边看向坐在几然旁边的秦满，
他才不信秦家的高冷之花真的能被纪然这个私生子压住。喝完后，顾哲把酒杯伸到女伴面前倒酒，身着暴露的女人忙双手捧起酒瓶子乖乖给他倒酒。纪然一挑眉，原来是想玩这招，紧接着也转头叫身侧的人喂。秦满优雅地翘着腿闻了一声，给我倒酒。纪然用指尖点了点瓶口，众多目光扫射过来，秦满只连眼看了眼酒杯，然后慢条斯理地放下腿，拿起一张帕子包裹住刚刚那名女子拿过的酒瓶子，姿态优雅地给她倒满。秦满倒酒技术极好，一点酒沫没有。纪然一脸无语看着那都快满出酒杯的液体，皮笑肉不笑地问道，倒这么满怕浪费酒是吧？秦满轻笑一声，怎么会。顾哲看着眼前这两人旁若无人的窃窃私语，额角青筋暴起，啪的一声，他重重地把酒杯放在桌上，开口道，纪然，三杯不过瘾，敢不敢和我再喝几杯？纪然闻言冷笑一声，有什么不敢的。顾哲挥挥手，让服务员连拿了好几个杯子上来，开口道，一杯一杯的玩太没意思了，我们一次十杯怎么样？可以。都是出来玩的，对这阵仗纪然早已习以为常。说完顾哲就把两种洋酒混在一块后倒满了十杯，然后揽过身旁的女伴，光我们两玩没意思，这样吧，我输了让丽丽喝。说着往纪然身后看，要是你输了就让秦大老板喝。纪然一愣，随即道，我们两个喝酒干别人屁事。还不等他说完，秦满直接替他答应，可以。闻言纪然也不再多话，定定地看着他，爽快。顾哲得逞，抬手一招，丽丽立刻识趣地贴上去，你好坏啊，为什么非要我喝？纪然转头皱眉道，你有病啊，这是威士忌混白兰地，度数可不是闹着玩的。秦满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沉声道，你随便玩，我替你喝。纪然霸气护肤，我的人我自己保护。上集说到，面对顾哲一次喝十杯的挑衅，秦满抢在纪然面前一口答应，只听他道，你随便玩，我帮你喝。纪然翻了个白眼，闭嘴坐着，谁用你替我喝？秦满道，这不是怕你会醉了又乱给人砸钱吗？你是我的大客户，不能让人抢跑了。纪然一脸无语，你可真是敬业，用不用我回头给你发个锦旗？破费了，折现给我就好。纪然看着他那张欠揍的脸，努力克制自己不往上面挥一拳，深吸口气后，他拿起头骨，秦满，坐着看好了，你可没机会替我喝。秦满看着他斗志满满的模样，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此时顾哲还抱着怀里的美人哄道，放心吧宝贝，我不会让你喝的。说着握着那头骨在空中甩了大半天，然后砰的一声扣在桌面上。纪然拿着头骨随手晃了晃，也跟着往桌上一摆。纪然，你呀什么？顾哲脸上尽是得意，他今天确实不是真心实意要来找纪然喝酒，比起纪然他更讨厌秦满。秦家以往在生意上抢了他们家不少生意，而纪然一直和他不对付，没想到他们俩今天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那就休怪他不客气。而纪然也不含糊，张口就报，我押五个一，意思是两个人十颗骰子，如果十颗骰子里有五个点数一，便是纪然赢。顾哲没想到他一来就叫得这么大了，他看了眼自己的骰子，里头一个一都没，想也不想就把头骨打开。纪然，我这可一个一都没有。说完他看向纪然身边的秦满，嘲讽意味明显，秦大老板快喝吧。秦满连个眼神都没给顾哲，他问纪然，我喝吗？喝个屁。纪然直接掀开面前的头骨，里头的五颗小骰子上分别都只有一个小红点，五个一竟然是豹子。顾哲脸色一变，他没想到纪然随手一晃竟然能晃出个豹子来。只见纪然眉梢轻挑，语气张狂，顾哲都老大不小了，还找女人给你挡酒吗？赶紧自己喝了完事儿。我说让120送你回家，今天你就得给我乖乖躺上车，明白吗？岳文文戏看够了也跟着帮腔，就是大老爷们的怎么还让女人顶酒，不好看的顾大少。顾哲此时表情却不大好看，这都能摇出来，纪然你该不会在头骨搞了什么机关吧？纪然切了一声，你太看得起自己了，喝个酒还不值得老子费这波心思。说着伸手搂过旁边的秦满，继续道，我自己有能力保护我的人。秦满闻言怔了一下，随即面露浅笑的看着纪然开口，你不会想赖账真要女人帮你喝吧？这有什么赖的。顾哲笑容尽收，肩膀无情往前一挪，不露痕迹的把那位丽丽甩开，拿起酒杯，我也不是真要她帮我喝，这不是想换个玩法吗？纪然台下吧，那就喝吧。顾哲低头看着手里的酒杯，夜店里的酒杯其实容量不大，但架不住酒烈，况且刚刚顾哲为了整人买的都还是高度数的洋酒，两种混在一块特别呛口，十杯下去他便有些上了头。丽丽虽然跟了顾哲不久，但也知道他的脾气，一会要是让顾哲带着火回去，遭殃的必然是他自己。于是他立刻拿起酒瓶子想给顾哲倒酒，想耍些小手段让里面的酒液不至于太满，顾哲却一抬手挡住了杯口。他前面小酌了几杯，再加上这十杯烈酒，已经有些微醺，胆子也大了不少。他目光落在秦满身上，秦大老板光坐着挺无聊的，
要不过来给我倒个酒吧。闻言几然脸色一沉，还剩两杯，不喝留着养鱼吗？顾哲站了起来，直接把酒杯递到秦满面前，喝就喝，但要让秦大老板给我倒个酒。周围的视线立刻全聚集到了秦满身上。秦满抬眼，不冷不淡地扫了扫他，动都未动。见他没反应，顾哲催道，快点，别耽误我们喝酒。秦满脸上往日的疏离和冷漠一闪而过，很快恢复如常。他刚要张口，就被几然截去了话头，谁跟你我们？他凭什么给你倒酒？你没手吗？还是这酒吧没服务员了？心想，秦满就算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也只能是他的猎物，别人碰都别想碰。顾哲直接怒了，他家都破产了，不就是给我倒个酒？怎么了？几然也呛了回去，破产关你屁事。几然看着秦满的背影，我不管他是谁，他现在归我管。上级说道。十杯酒下肚后，顾哲胆子大了起来，直接道，他家都破产了，让他倒个酒怎么了？几然直接呛了回去，破产关你屁事。顾哲疼得站起身，在一边站了许久的夜店经理见势不对，立刻快步上前，两位老板，您两位怎么坐一块了？那多挤啊，顾大少，您刚刚的位置我们还留着呢，要不您回去坐吧。顾哲还铁青着脸站着，几然在这么多人面前下他面子，他这口气要是咽下去，以后还混个屁。酒店经理面色发苦，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这两位都是脾气不太好的大爷，他都惹不起。岳文文在那头使劲给几然使眼色，让几然给顾哲一个台阶下，毕竟顾哲他爸有点黑背景，在这种乱糟糟的地方，他们怕是还真干不过顾哲。但几然压根没理他的暗示，他已经想明白了，这人三天两头膈应到他面前，反正迟早都得翻脸，那还不如现在就翻。就在这时，秦满突然开口，是有点紧，明明有自己的位置，怎么还上赶着来占别人呢？难道是缺这一顿酒钱？也没想到秦满会开枪。顾哲先是一怔，紧跟着的瞪大眼，什么？他话还没说完，秦满突然朝几然那边靠了靠，既然是老朋友，不如你帮他把账结了。几然闻言先是顿了顿，然后瞬间明白过来，只见他嘴角一勾，懒散的靠在沙发上，便朝经理挥手，施舍般道，听到没，都记我账上。顾哲瞬间炸了，于是先挑软柿子捏，秦满，老子让你插话了，真当自己还是大老板？信不信我今天让你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几然最看不得别人在他面前当爷爷，你吓唬谁呢？一旁的秦满面不改色，你要真有这本事，半年前哪还会被人打断腿？这话一出，大家都愣了愣，就连顾哲都一下哑了声，表情比方才还要震惊。那天他是一个人去的夜店，那件事秦满怎么会知道？万一这事要被他老爹知道，他可就死定了。想到这，顾哲撂下狠话就匆匆离开了。几然轻嗤一声，待那帮妖魔鬼怪走完后，岳文文凑上来，隔着几然问，秦满，打断腿又是什么故事啊？快告诉我。秦满笑笑，他动了不能动的人，被打折了腿，在家躺了小半年。真的？岳文文惊呆了，拿出微信翻讨论组，这种事我居然没听说过。老娘那99个八卦群亡了。秦满道，可能是里面情报员消息还不够灵通。岳文文握着手机朝秦满抛媚眼，就是他们一天正经事不干，天天就知道看帅哥。秦满哥哥，你已经通过我们八卦群的审核了，怎么样，有没有兴趣？秦满问。几然在里面吗？几然皱眉道，跟我有什么关系？岳文文桃花眼一扬，他嫌我们吵，不愿意进群。秦满玩二，那我也不进了。岳文文也不纠结，站起身朝他眨眨眼，行，等哪天你有兴趣随时向我发出申请啊。说完他便立刻朝舞池里去了。身边空下来后，卡座内陷入了死亡一般的寂静。许久几然才不轻不重地啧了声，用这种事威胁人，幼不幼稚？我都做好动手的准备了，结果就这。秦满拿走他手上的酒杯，淡淡道，管用就行，这家店的安保都是顾哲他爸负责，你在这跟他动手容易吃亏。刚说完，不远处有位男人突然走上前来，半弯着腰对几然道，上次在超跑俱乐部多亏然哥介绍人修车，我敬你一杯。几然也想起他来，小事，下次转弯注意一点，你每次都转得太急，容易冲出赛道。那人干笑着挠挠头，我这不是想学你飘逸帅一把吗？几然拿起酒杯和他碰了一杯，别学，你学不会，来陪我玩会头子。秦满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们，暗想，原来他平时喜欢玩赛车。就在这时，他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秦满收回目光，拿出手机看了眼，随即站起身看着几然道，我去趟厕所。几然头也不回地嗯了一声。待人走后，面前的人才道，然哥，我得跟你说呀，秦满不是那么好招惹的，你真别跟他较劲，我在酒会上见过他，你知道跟他聊天的都是什么人吗？几然满不在乎地问道，什么人？天王老子吗？那人继续说，差不多，我真不夸张。几然顿了顿，背靠在沙发上懒洋洋道，我管他是谁，他现在还不是归我管。您放心，这么重要的场合我一定准时到场。挂了母亲的电话，秦满转身走到盥洗台洗了把手。秦满。秦满闻言抬头，看到身后站着一个熟面孔，
是某家公司刚上任的年轻老板。秦满抽出纸巾，擦拭两下，笑容淡淡，找我有事吗？小老板四处看了看，开口道：我知道你家现在的状况是这样，我公司年底有个大项目，只要你愿意过来，它就是你的，提成我能给你这个数。小老板的手嘘嘘比了个数字。秦满扫了一眼，贵公司倒是大方。小老板眼底一亮，这算啥，我知道想招你的公司多了去了，那你的意思是？秦满笑笑打断了他，抱歉，我目前找了一个不错的兼职，打算休息一阵，暂时还不考虑正式工作的事。说完秦满回到卡座，发现济然已经不在座位上了。他问方才给济然敬酒的人：济然呢？那人愣了愣，忙解释道：然哥刚刚突然接了个电话，匆匆就走了。他没跟你说吗？看到秦满沉默了，那人一慌继续道：应该是有急事，我猜他肯定不是故意把你留在这儿。这话说完，秦满的表情缓和了许多，也点点头笑道：我知道，他是一个会为别人考虑的人。此言一出，那人反而愣了一下，暗想他们嘴里说的是同一个济然吗？就在这时，秦满手机震动了一下，打开一看，蓦地跳出一条微信：季爸爸给你转账1000元。紧跟着一条几秒钟的语音接了上来，那一头像是开了车窗，风声呼啸，男生的声音掺杂其中：我有事先走了，你拿这钱自己打车回去。秦满嘴角微微勾起一个弧度，然后面色如常地收下钱，顺手转给了微信里一位常年资助福利院的朋友。既然一路疾驰回家，刚驶进小区，就看到停在自家门外的黑色奔驰。他下意识松了松油门，开到奔驰旁边，拉下车窗，对着奔驰后座黑漆漆的车窗叫了声奶奶。后座没有任何反应，副驾车窗倒是先落下来。驾驶座上的司机道：季小先生，不然您先把车库打开吧，外面风大，老夫人怕凉。李然默了两秒，收回视线，车子往前开了些，扫描到车牌后，车库大门缓缓打开，黑色奔驰先他一步驶进车库。既然停好车，下车之前想起什么，把兜里的烟盒拿出来，随手丢在了座位上。隔壁的黑车终于舍得开了车门，一位年迈的老人慢悠悠地从里头出来，进到客厅，季老夫人端正坐着，她稍稍抬眼看了看济然身上的衣服，眉心微不可见的拧了拧，很快恢复如常。这么多年不见，你长高了。奶奶，我们7年没见了。济然笑了声提醒她，语气说不上多亲热。季老夫人点头：7年了，你也就来海城见过我一回。济然笑出一口白牙：我这不是忙吗？奶奶。季老夫人自然知道这是借口，她这见不得人的孙子，上学那会烦老师，毕业了后也没找正经工作，除了花钱玩乐，哪还有什么忙的。只见她开口问道：我离开这些年，你回过家几次？一提到季家，既然也耐心全失：奶奶，您老直说，这次找我什么事？这周五是你哥的订婚宴，就在郊外那套有花园的房子办，到时你来一趟。既然呵呵冷笑一声，暗道想必是怕婚宴那天他不在场，媒体又会传出什么季家苛待私生子的谣言吧。既然季老夫人见他不吭声，还想继续开口，既然打断他：知道了，我会去的。这个家唯一还会想到我的就是您了，我怎么能驳了您的面子呢？您放心，这么重要的场合，我一定准时到场。宝宝们，我们绿毛既然终于闪亮登场。订婚宴当天，正在门口招待客人的几位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好友，忙跟面前的人道别，快步走到秦满身边。我还担心你不来。秦满笑容淡淡，一身黑色西装给他添了些禁欲感，往那一站竟比精心打扮过的几位还要惹眼。只见他把手上的礼盒递给几位：订婚礼物，恭喜。几位接过礼物：谢谢。破费了。你家，你没事吧？秦满道：没事。几位拍拍他的肩膀道：事已至此，多余的话我就不多说了，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告诉我。秦满嗯了声：我先进去，你去招待其他人吧。哥。熟悉的声音自身后响起，秦满脚步一顿，转头向声源处看去，待看清楚来人时，秦满没忍住，嘴角止不住地向上翘。只见几人穿着一身高定黑色西装，窄腰长腿，高贵优雅，加上他本就精致好看的五官，原该是个受尽宠爱的王子呢，偏偏染着一头显眼张扬的绿色头发，在阳光下显得特别生机勃勃。看到秦满，几人也是一愣，不过他很快回过神来，挂上无害的笑容，对紧皱着眉头的几位道：订婚快乐呀。哥。几位冷着声音，能看出因为有外人在，隐忍了许多，但语气还是不客气：你怎么在这？几人拨了拨头发道：哥哥订婚，做弟弟的当然要来道个喜。大嫂呢？是哪家姑娘这么倒霉？几位面色铁青，这弟弟在他眼中就是父亲背叛家庭的标志，每次看到几人，他心里的火就怎么也压不住。没人给你寄请柬。我。几人想起什么，从西装内侧的口袋里拿出一封精致的请柬，在几位面前晃了晃：请柬啊，我还真有。几位往前一步，压低声音说：几人，我警告你，要么你现在就滚，要么把自己当成哑巴，安安静静在里面待好，今天要是出了什么乱子，我一定跟你没完。几人收起笑容：几位，先不说季家还没轮到你当家做主，
就算哪天几家真落你手上了，我既然也跟你没半点关系，你少在这儿跟我指手画脚。说着把秦简往几围西装里一塞，回头瞪了秦满一眼，然后转身走进婚宴内场。秦满被他瞪得有点莫名其妙，一旁的几位很快控制好情绪，家丑不可外扬，让你见笑了。秦满目光放在远去人的背影上，没事，那我也先进去吧。说完跟在几然身后也进入了内场。他看着几然那头绿色头发，觉得也挺好看的。而此时几然走进场地，一眼就看到了今天的另一位主角。新娘子是个看起来十分温柔贤惠的女，穿着一身白纱，身边围绕着好几个打扮精致的闺蜜，举手投足间一看便知不是寻常人家的姑娘。心想也是，到了季家这种层面，很少有纯粹的婚姻，可惜了挺好一女，配季为浪费了。我们坐哪？突然耳边传来一道声音，几然吓了一跳，下意识回过身，发现秦满不知何时站到了他身后，你踮着脚走路的，一点声音都没。秦满抬手撩了撩他的头发，淡淡的，怎么把头发搞成这样？几然拍开他的手，这可是给我哥的订婚礼物，我专门让岳文文找最有名的套内老师染的。对了，你来这做什么？送得起贺礼吗？说着眼一眯，你该不会用我给你的钱给几位买了礼物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俩从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伙。既然自知这话问得有些无理取闹，钱到了秦满手上，别人爱怎么花怎么花，但他还是不痛快。秦满道，没有，我用自己的积蓄买的一对情侣腕表，没多少钱。既然你没一脸不爽，礼物送便宜了会被人看不起的，这道理你不懂，不如干脆别来。秦满随口说，你哥会理解的。既然嗤笑，那你们的感情可真深厚。吉老夫人身边跟着的管家朝他们走来，季小少爷，老夫人让你去第三桌坐着，他提前给你留了位置。知道了。几然应了声，径直朝座位走去。管家见几然在第三桌坐下，心里松了口气，接着对秦满做了个邀请的手势。秦先生这边请，您的位置在主桌，我现在带您。秦满打断他，不用了，麻烦你就在第三桌给我加个位置。宝宝们，想看更多精彩后续，请点击左下角快看 PP， 搜攻略死对头，看戏精秦满如何一步步攻略我们男主。几然是我的小学弟，我怎么会不认识他呢？接上集，几然根据安排到了室外会场的第三桌，刚坐下就收到了岳文文的消息。小然然你好骚啊，我的朋友圈今夜因你而沸腾。几然不明所以，继续看下去，对方发了张朋友圈截图过来。几然打开图片，一眼就看到了自己那头绿色头发，看起来像是他刚刚下车时被人偷拍的。图片还是高清大图，梦里寻一千百度，这张图将陪我度过接下来的夜晚。就这脸这腿这件，我愿意为了他把膝盖跪红，把嘴巴撑裂，不分昼夜，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几然愣了大半会儿才反应过来，最后评论是谁发的，我要把他头给打掉。他刚要打字，就觉得耳朵上一热，像是被人捏住了，来源的指尖上带了些茧，揉得几然背脊一麻。他倏然抬头，秦满很快松开手，你耳朵怎么这么红？几然飞快地关掉聊天框，谁准你碰我了？你是跟屁虫吗？只见秦满十分自然地坐到他身边，压低声音道，我的工作不就是陪你吗？几然瞥他一眼，我又不是女人，不需要你陪，有需要的时候我自然会找你，别没事总凑上来。小学弟说话还挺伤人的。秦满戏精上身佯装受伤道，可你总不找我，是对我厌倦了吗？两人的组合太奇特，一个私生子，一个破产户，桌上的人都忍不住打量他们，开始窃窃私语。既然被看烦了，只想赶紧结束这段对话。没错，我就是渣男，你有什么意见？秦满莞尔，没有，我就喜欢渣男。既然一脸无语，忽然不知道怎么接这话。就在这时，桌子底下，秦满突然握住几然的手，几然一愣，转过头看见对方一脸认真地看着自己。几然，我今天是专门来见你的。几然连忙抽回手，一脸别扭道，你没必要这么拼，我又不会扣你工资。秦满轻笑一声，随即收回视线，现在行情不好，做什么都不容易，该拼还是得拼的。几然松了口气，果然这样市侩的秦满才比较正常，刚刚也太肉麻了，真让人受不了，不想和他说话。几然拿起耳塞戴上，我玩会儿游戏，你自己看着办。秦满看着他点开游戏界面，淡淡一笑，心想还是慢慢来吧，不能太着急。而另一边，会场门口，既然父亲季国正刚下飞机，他四处看了看周围的布置，皱眉道，这订婚宴办得太小气，怎么不去酒店的宴会厅办？几位也很无奈，他说喜欢花园，话里指的是他的未婚妻。季国正嗯了声，正准备入场，几位赶紧向前一步道，对了吧，既然怎么来了？我妈见了他肯定不高兴。季国正看向他，是你不高兴还是你妈不高兴？放心，你妈知道轻重，倒是你也因为一个无关痛痒的人失了身。几位咬了咬牙，我明白了。季国正好似想起什么，还有秦满来了没有？新家路那块地皮的事得找他聊聊。几位指了指不远处，他刚刚进去了，结果没走几步，他们二人就看到秦满和几然竟然坐在一起，两人低着头盯着手机，看起来很亲密的样子。此时几然正一脸烦躁的低声咒骂，可恶，又死了。
秦满道，我提醒过你了，右下角有人。说完看到几然还是没有反应，突然意识到可能几然耳机开的音量太大，右耳的耳机突然被摘下。几然转头怒视，你干嘛？秦满道，声音开这么大，耳朵不想要了。几然抢过耳机小声骂他，还不是你一直在我耳边念经。纪国正这时走了过来，秦满赶紧站起来，纪伯父好久不见。纪国正走到秦满身边，看也没看几然，怎么来了也不和我说一声。几然撇了撇嘴，暗道，叫得那么亲热，不知道的还以为秦满才他儿。只见纪国正转头对几位问，皱眉道，怎么把秦满安排在这一桌，太不懂事了。几位赶紧解释，我给他安排的位置在主桌，不知道是不是管家搞错了。几然狐疑地看了秦满一眼，主桌不都是新郎新娘双方家人坐吗？秦满一个破产户竟然被他们邀请去主桌，怎么回事？秦满委婉拒绝，我坐这就好，很久没见几然了，正想跟他叙叙旧。纪国正这时才把视线放在这个便宜儿子身上，感受到视线落在自己身上，纪然转过脸，不站起来也不说话。只见纪为皱眉道，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那语气让纪然十分不爽，他直接站起身，右手一抬，直接搭在了秦满的肩上。听不懂话呀，他要跟我叙旧。那嚣张的态度瞬间让纪为炸毛，正要发作，秦满先开了枪。只见他突然抬手握住了纪然的指尖，轻笑道，怎么会不认识呢？纪然是我小学弟。宝宝们，想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左下角快看 PP， 搜攻略死对头，看戏精秦满如何一步步攻略我们男主。纪然没想到，他二十多年都挤不进的家门，秦满只用一句话，就朝他敞开了。上集说到，面对纪为的询问，秦满突然抬手，握住了纪然的指尖，轻笑道，纪然是我的小学弟，我怎么会不认识呢？指头被一股温热包围住，纪然下意识就想收手，谁想对方用了力，他一下竟然没挣脱，而且秦满握着他的手，在别人看不到的角度用拇指抹撒了下他的掌心。卧槽，纪然瞬间炸毛了。这时纪国正轻咳一声，纪然一个用力把手抽了回来。秦满神态自若地看向纪国正，伯父您说周围人太多，纪然不好发作，于是再在秦满背后暗暗捏了他一下，捏完了才发觉不对，这种私下小动作好他喵的像调情啊。只听纪国正看着和蔼道，要不今晚你就留在这儿，也和几位叙叙旧，别年纪一大幼时的好兄弟就散伙了，多可惜。秦满笑笑，我怎么好意思打扰你，说着转头看一旁的纪然，你今晚也住这儿吗？纪然原就在偷听，没想到秦满会把话带到他身上，他一愣，刚要否认，就听到纪国正说道，他住着。只见他收起笑，终于舍得分了纪然一个眼神，纪然你也好久没回来，今晚留下，你奶奶有话要跟你说。纪然没想到他二十多年都挤不进的家门，他秦满只用一句话竟然就朝他敞开了。但是为什么？纪国正又不是什么慈善家，他怎么会对一个破了产的秦满这么关心？要不是之前法院公证过秦家破产，他都要怀疑这人是故意在自己面前装孙子。纪国正丢下这句话，便对秦满道，云总他们刚还跟我问起你，走吧，去跟他们打个招呼。秦满点头答了一声好，然后回头对着纪然交代道，小学弟我过去一下。纪然翻了个白眼，你去就去，跟我说做什么？秦满朝他笑了笑，转身离开。纪然坐回座位上，长舒口气，终于清静了。他晃着手里的红酒，目光紧紧盯在秦满身上，暗想之前的朋友没胡说，秦满跟在纪国正身后进的都是前几桌的老狐狸。只见他面带微笑，风度翩翩，举止投足间就像是久经商场的商人，虚伪。纪然在心里骂了一句，拿起酒杯闷了口，坐久了无聊，纪然放下酒杯，干脆起身准备去厕所抽根烟。到了隔间，他刚点上烟，就听见几道脚步声。秦满怎么回事？他真的破产了，真是冤家路窄。纪然吐出烟圈继续听着。这时几位开口，破产又怎么样，我爸看中的是人品，而且我爸本来就挺喜欢他，想提拔他。纪然暗自腹诽，这句话说的鬼都不信。这样啊，对了，我刚好像还看到纪然了。纪维的声音大了几分，你烦不烦，提那个杂种干什么？另一人忙道，别生气嘛，我就是好奇啊，你为什么把他请来了，是想整他？你直说呀，我们都帮你。纪然一眯眼，心道，你们倒是来呀，他喵的还不知道谁整谁呢。纪维的声音继续传来，那杂种是我奶奶叫来的，今天是我订婚宴，你们别闹事，我一会找个由头就让保安把他赶出去。纪然深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摁灭，直接打开隔间的门，听说你们想赶我，纪维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纪然说话间烟雾从他口中弥漫出来，我告诉你，你不仅赶不走我，你今晚还得把大门敞开请我住进去。纪维脸色立刻沉了下来，他身边的朋友先有了反应，指着纪然道，你我什么我？纪然拍开他的手，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纪维这个朋友，就你瘦得跟根棍似的，信不信我一拳过去你都能从厕所飞到演讲台上。纪维怒道，纪然，气氛立刻直转而下，
梁如冰叫。半晌后，纪然才出声，开个玩笑，我怎么会打人呢？他的语气特别不真诚。他看着纪维二人，满意的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西装领。沈笑道，我上好了，你们继续。你不用跟我说你们的家事，我并不是很感兴趣。此时婚宴场地内，秦满正在和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寒暄，看到纪然面色不愉的走回他的座位，还在纳闷究竟谁惹又惹他不高兴。正好此时纪维面不改色的从洗手间走了出来，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纪然忍不住瞪了他一眼，看来罪魁祸首找到了。纪然就这么一路目送着纪维回到主桌，刚刚主动的示好被拒绝，小堂妹有些不好意思。见纪维回来，他忙红着脸叫了声哥。纪维嗯了一声，很快收起方才的不悦，笑道，你总说想见秦满，这回满意了吧？接着转头看向秦满，我这堂妹可是仰慕你很久了，你一会儿怎么着也该陪人家跳段舞吧。秦满笑容不变，很久了。纪维道，对，他之前跟我们一个高中的，也算是你小学妹了。秦满颔首，抱歉，我不太记得。女生笑容僵了僵，声音仍旧甜美，没事，我本来就不起眼。纪维接过话，现在认识也是一样的。秦满，我小堂妹特别崇拜你，正在备考你之前上的大学，你既然是学长，不如顺手帮帮她。秦满点点头，拿出手机来。既然这样，女生眼底一亮，立刻打开自己的微信。秦满把手机伸到女生面前，上面赫然是一张名片二维码。我有个还在那边读研的朋友，你联系他，他会帮你的。秦满回到桌上时，既然正紧紧盯着手机，上面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枪战。他头也没抬，用两人才能听见的声音说，秦满，我警告你，你要敢拿着我的钱跟别人好，你就等着入土为安吧。哇，小学弟说话真吓人。秦满撑着下巴，饶有兴致地看他打游戏，原来你都看到了。我没跟别人好，你堂妹只是找我咨询考学的事。既然觉得好笑，季家是多没人脉，上个大学都要咨询别人，怕是在他那位堂妹上学之前，学校里的关系都打点好了吧。秦满顿了顿，突然问，刚刚几位为难你了？既然手上未停，得了吧，就他。完又觉得不对，这是我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知道他没被欺负，秦满放心了，又问，你今晚要留下吗？这话问的怎么这么怪呢？既然抬起头看他，你要做什么？秦满拍了拍他肩膀，如果要留下就先吃点东西，这宅子你们家好像不常住，附近也没什么外卖，晚上饿了怕没吃的。既然很有骨气，不吃要你管。宴会在晚上九点准时结束，管家把秦满带到了楼梯旁的第一间客房。秦先生，这是给您安排的房间，床边柜子上有座机，有什么您直接打电话就行。秦满颔首，谢谢。既然住我旁边吗？管家道，不，您旁边住的是吉小姐，吉小先生住在走廊尽头的那一间。既然打断他们，径直朝末尾的房间去，对管家摆摆手，行了，以为在上小学吗？还非要住一块？我回房间了，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房间自带浴室，既然冲了个澡出来，走到阳台去吹了吹风，这才意识到这里周围都是树，没什么别的景致。既然有些后悔了，他脑子抽了还是怎么，为了给几位添堵，把自己丢到这荒郊野岭来发呆。他走回房间，捞起桌上的烟盒，这才发现里面不知何时已经空了。于是他随手拿了件外套，走出房门准备去车上拿烟，不料他一拉开门就听见了外面人的谈话，是纪维的声音，秦满，你和纪然是怎么认识的？纪然脚步停了下来，往声源处瞥了一眼，秦满和纪维站在楼梯边缘，两人背对着他，纪然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只听秦满道，我说过了，是学弟，我当然知道他是你学弟，但你们上学那会根本没有接触，是不是纪然见你是我朋友，又得知你家现在这样，去找你们了？秦满打断他，虽然我家落寞了，但还不至于到那一步，你想多了，而且他毕竟是你弟弟，怎么这样说？我劝你最好别跟他走太近，掉价。纪维做了个深呼吸，还继续道，我很少这样，但既然他是我爸和外面女医生。秦满的声音漂浮在空气中，不冷不热的，你不用跟我说你们的家事，我并不是很感兴趣，如果没什么事我先去休息了。宝宝们想看更多精彩后续，请点击左下角快看 PPP 搜攻略死对头，看我们喝酒后的纪然会不会借酒装疯。我还以为是谁，早知道就不用穿了。和纪维不欢而散后，秦满回到房间，拿起手机给他的新老板发了条消息，今天你开车过来的。谁知话才发出去，消息前面就多了一个红色的标志，你还不是他的好友，请发送验证。秦满一挑眉笑了，不知道他哪里又惹到这位祖宗了。深夜秦满睡得正香，忽然被一阵敲门声吵醒，他皱眉，估计这是在别人家，只能随手套了件衬衫去开门，结果门刚打开一条缝，九位就顺着门缝飘了进来，原来是他那位难伺候的新老板，此时正站在门外，身上跟他一样，只随便套了一件衬衫，下身的西装裤看得出也是胡乱穿上的。纪然眼底波光粼粼，嘴唇边满是水光，是残余的酒。只见他整个人站得笔直，突然开口道：“秦满，
我们睡觉。秦满一怔，现在？吉安点头，对，吉安，你又醉了。秦满失笑道。吉安皱眉，我没醉。事实上他确实没醉，客房里放的酒度数不高，他只是喝得有些热，有点上头。刚刚他回房间后越想越不爽，什么叫秦满跟他在一块掉价，明明他才是秦满的金主，几位那孙子懂个屁，只要他一句话秦满就得匍匐在他脚下。见秦满不说话，吉安烦躁道，收了我的钱，办事能不能爽快一点。吉安纽扣没扣好，锁骨边一大片白皙肌肤都暴露出来，属于男人的骨架线条在黑暗中特别吸引人。秦满谋色渐沉，你知道我们在哪吗？吉安失去耐心，不做算了，我出去找别人做。他转头准备走，手腕却蓦地被人握住。进来。昏暗中秦满压着声音，就像是只老狐狸在勾魂夺魄。吉安一咬牙便往里走。刚进房就听见咯噔一声，门被人关上了。卧室里恢复黑暗，窗帘拉得很紧，吉安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他挪了几步，却不小心撞上了旁边的柜子，发出一阵闷响。秦满再次抓住他，这次握在手臂上，小心点。对方掌心很热，吉安脱口道，为什么不开灯？秦满笑了，谁睡觉会开灯？说完他抬手按下墙壁上的开关，开了一盏床头小灯，才勉强把房间照亮，然后朝床边走去。只见他慢吞吞地解开身上的衬衣，我还以为是谁，就随便套了件衣服，扣子都没系好，早知道也不用穿了。昏黄色灯光把他上身照亮，秦满坐到床上，一边腿盘在另一边膝上，两手撑着床，身子靠后，来吧。吉安这才发觉自己的心跳剧烈，就连喉咙那块都在微微震颤。他屹立不动，努力回想上次的时候自己是怎么做来着。秦满挑眉，怎么，你害怕了？吉安从不服软，闻言一扬下巴，怕个屁。只见他挺直着背，同手同脚僵硬地走过去，满是局促地跟着秦满坐到了床边。秦满看着离自己半张床远的人，睡意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忍着笑说，你坐好了，别掉下去。一碰到床，吉安就觉得自己屁股在隐隐发疼，暗想这回一定他要在上面，让秦满也尝一尝那种痛的滋味。他正想着，一股沐浴露味突然袭来，秦满手挪了位置，手撑在他腿边，你不脱衣服怎么做？吉安觉得自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一咬牙用力一推，你别管我想怎么样，躺好就行。秦满闻言乖乖地躺到床中央，斜睨着吉安，做事还要继续脱。吉安见状下意识就上手把他按住，你欲求不满啊，脱这么着急干什么？你是不是不会？还是让我来吧。上级说道。吉安借酒壮胆来到秦满房间，扬言要一起睡觉，可看到秦满继续脱衣服，吉安又炸毛了，你欲求不满啊，脱这么着急干什么？秦满被他逗乐了，确实有一点点，而且现在三点多了，我们还得睡觉。别说，秦满这么躺着，右眼带意味地看着自己，再一联想那晚的事，吉安能做了两个深呼吸。他喵的，不就是睡个觉吗？他吉安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于是吉安狠下心，脱下拖鞋就扑腾上床，就这样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两人对视了几秒。秦满看着跪在自己身上的人，想笑，偏偏又得忍住，实在难受得紧，于是开口，你坐呀。吉安道，别催了，你烦死了。但是到底该怎么做呀？他不是没看过片，但真正实践起来却完全不知要先从哪里下手。就在这时，一只手探进他的衬衫，吉安吓了一跳。只见秦满勾着嘴角道，你是不是不会？怎么可能？可他话还没说完，秦满就突然起了身。宝宝们，由于和谐原因，接下来的剧情就省略了，想看完整版的小伙伴们按照老规矩进粉丝群寻路，完事之后一起吃泡面，这是种什么体验？上集说到，吉安和秦满来参加几位订婚宴，到了晚上，吉安借酒壮胆来到秦满房间，后面的情节大家懂得都懂。两个小时后，吉安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等身子上的余兴降去。等秦满漱完口回来，吉安才红着耳朵闷声问，有烟没？秦满拉开被褥坐到他身边，没有，我不抽烟。骗鬼吗？你那次既然话说到一半停了。秦满道，上次抽的是你的，偶尔一会，你那叫偷。吉安说完掀开被子就要下床，秦满抓住他，你要去哪？吉安回他一句，去车上拿烟。秦满道，还是我去拿吧，我担心你被看见。吉安像是被踩着尾巴，语气不善起来，看见又怎么样？你怕我被赶出去？秦满指了指他，委婉道，你现在恐怕不太适合出去。吉安不解地跟着秦满的目光看了眼自己身上，只见他锁骨上布满斑斑红痕，都是秦满刚刚一下一下啃出来的。卧槽，你属蚊子的。吉安忍不住骂了一句，从裤子口袋里拿出车钥匙丢在秦满身上，车就停在门口，烟在后备箱。秦满接过钥匙正准备离开，吉安叫住他，等会儿，后备箱还有方便面，拿一盒过来，我要牛肉味的。这人居然还在后备箱放方便面，真是可爱。秦满忍着笑问，我能拿一盒吗？吉安没好气道，不行，付钱，一盒12块。
10分钟后，两人打开自己面前的方便面盖子，垃圾食品的香味立刻充斥整个房间。吃饱喝足后，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几人擦嘴起身，我走了。秦满问，不睡觉吗？要睡也是回我房间睡。几人哼笑一声，斜睨着他讽刺道，而且难道你想被你好兄弟知道我们的事？秦满耸肩，我倒是无所谓。看他这副模样，几人不知怎么了，莫名有些窝火。不就是破个产，至于这么堕落吗？连在朋友面前最后那点面子都不要了。对秦满来说，赚钱应该不是件难事，而且他还转了不少钱给他，那钱不说能让他大富大贵，至少能做一些小生意了吧。难道是他给的太多让秦满懈怠了？几人扣好衣服扣子，你太胖了，睡一起太紧。说完他拿起床头的车钥匙转身就要离开，谁知他刚打开房门就被面前的人影吓了一跳。只见门外站着他那位小堂妹，身上穿着一套运动服，手举着像是想敲门。见到几人他也傻了，下意识道，不好意思，我想约秦满一起去晨跑，我敲错门了。你没敲错。说着几人回头，秦满，有人约你晨跑。这时秦满的声音从里面传来，抱歉，我还要睡一会就不去了。几人道，听见了吗？他说不去。小堂妹恍然回神，震惊地瞪大了眼，你们几人一甩车钥匙直接先发制人，我们什么我们，没见过两个男人一起吃方便面吗？可我身上只有400块，那用其他方式补偿可以吗？上级说道。几人和秦满完事一起吃完泡面后，天已大亮，正要出门时碰到了想约秦满跑步的小堂妹，最后在对方震惊的目光中潇洒离去。临近中午，秦满才走出房间，瞥了一眼走廊尽头，正好看见几人打着哈欠走了出来。看到他这副样子，秦满莞尔一笑，走到几人跟前问道，醒了？几人揉揉眼睛嗯了一声，他原打算起早一点，谁知昨晚太放纵了，加上喝了点酒，压根起不来，都怪这家伙。几人看着秦满动作自然地帮自己理了理衣领，想起昨晚后腰就不禁有些微微发麻。几人下了楼，看到几位正坐在沙发上看文件，也没打算跟他打招呼，转身就要出门。几位眉头皱成川字，正要开口，秦满却突然道，该和伯父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就先不打扰了。看到秦满也要走，几位叫住他，堂堂说你和几人一起吃了方便面，那玩意吃多了没营养，家里冰箱有很多。秦满笑着打断他，没营养但很好吃。在走出家门的那一刹那，几人觉得连空气都清新几分。果然他和季家八字不合，不宜久待。他发动车子，拉开车窗，没急着走，而是掏出烟盒，从里头叼起一根烟来，正准备点燃，一只手臂突然闯入视线，他嘴上蓦地一空，几人一惊，抬眼望去，就见秦满站在车窗外，手里捏着他的烟，再抽下去肺都要黑了。几人道，我心黑了都不干你事，拿来。秦满笑了声，手一抬，把烟送到自己嘴边。几人瞪他，你有病啊，现在穷到连根烟都买不起吗？秦满点点头，要不你送我一程。几人问，你车呢？秦满回他，都破产了，哪来的车，昨天打车上的山。几人傲了声，不送，你自己走回去吧。秦满低头笑了，他点了两下头，行，那你以后还会找我吗？跑车的引擎声不小，银色的车身呼啸而去，风里只留下一句话，不找，滚。秦满盯着车尾看了半晌，无奈的笑笑，转身走向自己的车子。他刚掏出自己的车钥匙，正要打开车门，然后不知道想到什么，便硬生生收回手，把车钥匙往口袋一丢，捏着那根未点燃的烟，开始一步一步朝山下走去。几人开出一段路，才想起开导航。导航打开，他听见车里的机械女声道，开始导航，距离目的地53公里。几人不由得多看了眼手机，这离市区有这么远，他昨天来时怎么没觉得。又开了一段路，他发现这破山连辆过路的车都没有，想打车估计得在路边等到天黑。季家买的别墅还比较高，走路估计得走上好一会儿。想起昨晚秦满对自己做的事，几人冷笑一声，该就得让他在山上受罪。秦满在山路上走了一会儿，手机响了，几位问，你在哪？怎么车还停在我家外面？嚣张的引擎声从远处传来，秦满抬眼看见银色跑车去而复返，嘴角勾起一抹笑，车先放你那，下午我让人来拿，我这还有事先挂了。见到他，银色跑车加快了车速，眼见就要逼上来，秦满站得笔直一动未动，车子在他身边急刹停下，车窗拉下，里面的人一脸凶狠道，车费1000，爱坐不坐，可我身上只有400多。秦满弯下腰，意有所指道，用其他方面补偿可以吗？宝宝们想看更多精彩后续，请点击左下角快看 APP 搜攻略死对头，看我们腹黑秦满如何攻略男主。你给我的钱我全给父母了，现在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上级说道。腹黑秦满告诉几人自己没车下山，几人于心不忍去而复返，于是嘴硬要1000上车费，不料秦满道，
我身上只有400，剩下的用其他方式补偿可以吗？那意有所指的神情，几人瞬间明白过来他言下之意，炸毛道，你还是走到腿断吧。三分钟后，秦满坐上副驾驶座，顺手扣上安全带。几人黑着脸问，你住哪？秦满道，到了市区，你随便找个地方放我下来就行，我还要去找房子。几人皱眉，找房子？秦满面色如常，之前的房子被抵押出去，准备租一个先住着。几人翻个白眼，你想找多少价位的房子？秦满想了想，月租1500以内，20多年来就没下过凡的季大爷问，怎么，你想租个厕所来住？那你之前都住哪？秦满道，朋友家，但是住太久了不太好意思，就开始找房子了。几人满脸不屑，你还知道不好意思，我还以为你早不要你这张老脸了，我之前不是给了你钱吗？不够你住酒店的，都给家里了。秦满这锅推得十分从容，几人没想到这茬，又问，那你家人呢？秦满叹了口气，怕讨债，我去国外了。几人问，怎么没带上你？秦满笑道，没有，我在国内还有要处理的事，不好离开，而且那些来讨债的小伙子也不容易，我要是跑了，他们岂不是得失业？没想到这人还有个盛世白莲花的隐藏属性，几人简直瞠目结舌，你人这么好，怎么不去做慈善呢？不料秦满一本正经道，之前一直有做，现在没那条件了。几人一脸无语，闭嘴了。二人于是一路相对无言，直到快到市区，他才问，那如果找不到房子，你住哪？秦满掏出手机，那就先找家旅馆住着吧，现在的旅馆都很便宜，一晚上100来块。几人脑海里立刻浮现秦满一身西装在狭窄出租房里的场景，但画面突兀违和，还有点可怜，怎么可能沦落到那种地步？沉默了大半天，他才别扭的开口，你之前还我那2万块我没收，你拿着去住好点的酒店吧。秦满道，那2万也给我爸妈了。几人冷哼一声，你怎么不把命都给他们呢？秦满笑了，转头看他，我命不是卖给你们吗？怎么还能卖给别人呢？宝宝们，想看更多精彩剧情，请点击左下角快看漫画 APP， 搜攻略死对头，看腹黑秦满如何一步步攻略为难者。要是哪天你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了，记得告诉我，我虽然穷，但不喜欢做第三者。上集说到，秦满告诉几人，当初他给的钱全给了父母。几人闻言冷笑，你怎么不把命都给他们呢？只听秦满意有所指道，我的命不是卖给你了吗？几人瞬间不自在了起来，别瞎说，我不搞买卖人口的破事，也不想要你的命。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几人扫了眼来电显示，顺手接了。岳文文逆着嗓子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小然然，你什么时候回家呢？人家等你好久了，肚子好饿啊。这么腻歪的语调，秦满不自觉地坐直了身体。只听几人说道，等我回去把碗塞你嘴里吗？有事直说。凶什么凶，下午去打球啊，我还约了程鹏和他的小情人。程鹏车子报废返厂了，让你过去接他呢。程鹏是他们的好友，最近跟他的新情人正你侬我侬，许久没出没在娱乐场所了。几人嗤笑一声，他皮痒了，找我去当司机。岳文文道，球场就在他家附近吗？行了，我挂了，我还要画个眉毛呢，等你啊，么么哒。挂了电话，几人转过头，看到秦满脸色不太好，不耐烦道，你又咋了？干嘛这种眼神看我？自他打电话开始，秦满的眼神就没挪开过，只见他嘴角轻抿，目光幽怨，活像一个弃妇。半晌才开口问，你喜欢岳文文？几人差点没踩好刹车，你想象力还挺丰富的。秦满放下心来，他今天睡眠不足，头有些疼，顺口道，哪天你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记得告诉我，我虽然穷，但不喜欢做第三者，到时我会退你多余的钱。秦满顿了顿，才发现自己踩了雷区，我没有别的意思。说完，车里突然陷入一阵诡异的沉默，几人一脸无所谓，声音淡淡道，你放心，我要有了喜欢的人，肯定不会让你在他面前添堵。说完，他一踩刹车，把车停在了路边，把秦满踢了下去，滚吧。当天下午，篮球场，几人，过他，过他。岳文文跑不动了，喘着粗气在别人篮筐附近指挥着。几人手上动作干脆，两三下过掉程鹏，起跳就是一个漂亮的灌篮，篮球被他重重锤进篮筐，掉落在地，发出砰砰声响。不打了，不打了。程鹏往地上一坐，拉起衣摆擦汗，他喵的，你能不能放点水？以后谁还敢陪你打球啊？不是我欺负人，是你们太菜了。几人走到旁边，就见程鹏的小情人局促地问道，几人哥，要不要喝水？程鹏的小情人看上去年纪不大，还留着刘海，眼睛又大又黑，还挺可爱。这时程鹏走到岳文文旁边问道，谁惹到他了？今天打球像是撒气一样，还能怎么？他昨晚回季家了，岳文文给他一个你懂得的眼神。大家多年死党，自然知道几人家的情况。程鹏忙道，难不成回去跟他哥打了一架？这种事怎么不叫我？岳文文一脸黑线，没有，几位昨天订婚，他道贺去了。程鹏松了口气，
拍拍他肩膀，你也真行，居然放心让他一个人去。岳文文一脸嫌弃的拍开的手，订婚现场这么多人，他爸和奶奶都在，几位那个伪君子哪里敢动他，一会在小然然面前你可别再提这茬。程鹏比了个 OK 的手势。而另一边，既然接过水问，你成年没？那男孩一愣，点头，成年了。既然皱眉，暗道居然还是个小结巴。程鹏走过来，坐下一把搂过自己小情人，抬眼问，对了兄弟，你和秦满的事我可听说了。可以啊，连秦满都敢搞，我是不是得夸你句艺高人胆大。程鹏身上捍卫重，男孩却一点没嫌弃，他肩膀微缩着，看起来有些触程鹏。既然道，别跟我提他，你不也是吗？直接把人接到家里来，就不怕被你爸妈发现，让你脱一层皮。程鹏嘿嘿一笑，我怕他们，而且我家有这么多房间，他们来了我就说是朋友来记住，我家这个可不是秦满好管着呢。男孩闻言耳尖立刻就红透，既然听完挑了挑眉没吭声。就在这时，手机传来信息提示音，他拿起手机发现上面有两条消息，欲向你转账600元，备注剩下的车费，今天是我失言，对不起，你别生气，你如果不想见我就不去了。大家看看，我们的腹黑大佬又在装绿茶。上集说到，秦满主动加入济安他们的吃鸡游戏，随着毒圈范围开始缩小，秦满不知道从哪弄来一辆摩托车，对着他直接道，上来我带你走。济安瞧也不瞧一眼，继续徒步往前跑，秦满就开着摩托车就跟在他身后，不走也不催。济安跑了一会，看到秦满头顶的血条，皱眉道，你血太少了，先吃个药包。秦满无奈笑笑，我没搜到几个药包，已经用完了。这话刚说完，就见前面那冷酷无情的背影终于停了下来，几秒后地上多了两个急救包。他下车捡起来，一边给自己包扎伤口，一边道，那天在车上是我说错话，你别生气，有什么事我能弥补的吗？既然没想到他还在提这事，他其实早就没在气了。这时岳文文的声音传来，生什么气，秦满你怎么惹到小男人了？既然感受到了岳文文身上的八卦气息，一脸不耐烦，你能不能认真玩游戏。说着回过头坐上秦满的摩托车，对着他道，走吧。岳文文没得到回应，仍是不依不饶，有没有好心人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秦满一边发动车子一边转移话题，状似无意问道，你现在还住在济然家吗？对啊，我很喜欢小然然买的这套房子，浴缸和泳池都特别大。岳文文顿了顿，秦满你应该来过了吧。秦满脸色瞬间暗淡下来，不再说话，反倒是济然在后边啧了声，哪那么多话，然后托起枪架在秦满的肩膀上，25方向有人，把他们干掉我们就赢了。几个人打了一下午游戏，济然感觉腹部一阵空虚，开口道，这局结束不玩了，去吃饭。程鹏立马附和，我最近发现一家味道不错的川菜馆，正好一块去尝尝味道。岳文文话头一转，哎，满满要不要一块来，我们吃完还打算去搓两圈麻将呢。秦满问，可以吗？会不会不方便？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既然凉凉道，算了吧，我们玩的都是些没营养的东西，哪好意思浪费你的时间。秦满垂下眼眸，你如果不想见我就不去了。岳文文抬头紧紧盯着济然，一脸痛心，眼神里仿佛写着，你这个用完就甩的渣男。程鹏在一旁啧了一声，还说我呢，你们比我还腻歪好吧。济然皱眉，你闭嘴。说完瞥了秦满一眼，你想来就来，别搁那装可怜。众人在川菜馆饱餐一顿后，四人便搭起一桌麻将来。程鹏把他的小情人抱在大腿上坐着，问道，听说那天在酒吧顾哲找你们茬了。岳文文点点头，是啊，准确来说是找了秦满的茬，不过最后没得逞就是了。程鹏点点头，对秦满道，那你最近得小心点，顾哲那逼特别阴，就喜欢背地里搞，之前有个人也是得罪了他，顾哲趁夜黑风高用头套把人套住打进医院，最后因为没证据，被打那人只能吃闷亏。我靠，还有这事。岳文文立刻转头看着秦满，那满满你这段时间还是别走夜路，你有他把柄在手上，谁知道他被逼急了会做什么。秦满笑了笑，语气随意，没事，他应该不会这么大胆，再说他如果真敢找上门来。岳文文眼睛一亮，你就给他来顿铁拳教育。秦满一身正气地拍拍胸口，那我就报警。济然嗤笑一声，头也没抬，那你可真是新社会好青年。程鹏是麻将老手了，一听牌他便去搂小晴儿的腰，宝贝你来摸牌。男孩小心翼翼地摸起一张牌，自摸，不好意思，我家宝贝手气比较好。看着场面，济然忍不住了，你能不能别这么恶心，自己没手抓牌还是怎么的。开打40多分钟了，他还没开过胡，钱倒是不重要，就是闷头一路输有些憋屈。又到了抉择打哪根牌的时刻，既然犹豫了几秒钟，捏住一颗牌刚要打出去，旁边坐着的秦满突然伸出手来握住他，不打这个。然后他拿起了另一张牌放到既然手里，打这个，信我。既然顿了顿，像是下定决心，
抓起秦满说的那张牌丢了出去。八条，结果才一轮过去，岳文文就丢出了济然的听牌。终于开张的济然看着秦满不由道：“可以啊你，运气挺好的。”自这一局起，秦满就一直给他各种建议。仅短短的半小时，济然便赚得盆满钵满，从输家变成了大赢家。济然从来不会强迫别人，如果你被逼着做了什么不情愿的事，我建议你还是直接报警。上集说到，济然与岳文文他们饭后一起搓麻将，期间济然在秦满的帮助下赚得盆满钵满。在济然又一次摊牌叫苦后，程鹏忍不住了：“秦满，你该不会作弊吧？次次都能猜到我们听什么，让济然把那些牌藏得死死的。”济然反问：“你那小宝贝一抓就是自摸，你怎么不说他作弊？”程鹏切了一声，不再说话，反倒是怀里的男孩紧张的不停摆手：“我没有作弊。”旁边的岳文文却是瞪大眼问秦满：“我真的很好奇，满满你前几把是怎么知道我听什么牌的？”秦满笑了笑：“算了，我看你面前打的牌就大致能猜到一些。”济然闻言转过头：“你还会算牌？那你怎么不早点教我？我前面输了这么多。”秦满道：“我之前不会，刚摸清麻将的规则。”程鹏和吉岳文文沉默了半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赌神？”只见秦满对着济然道：“我去趟洗手间。”程鹏却拉起袖子叫了起来：“才这一会你就看懂了，还会算牌？来，我们继续，我偏就不信这个邪。”秦满从洗手间出来时，刚好遇上程鹏身边的小男生。小男生见到他，先是低头，然后慢吞吞伸出手来：“你好，我叫陈安。”秦满把手擦净，握住他：“你好。”许是因为他们身份相同，之前一直沉默寡言的陈安突然开口问：“那个，你也是被他们逼着来的吗？你是说被济然？”秦满挑眉，陈安用力点了点头。秦满不动声色地抽回手，脸上淡淡一笑：“济然不会强迫别人，还有，如果你被逼着做了什么不情愿的事，我建议你还是直接报警。”也不知是不是陈安的错觉，总觉得眼前这人此时的笑容优雅腾腾，但是却跟方才在济然面前的顺从讨好完全不同。陈安缩着肩膀走进包厢，转身刚关好门，程鹏就招手：“宝贝怎么去了这么久，快过来。”济然看了眼自己身边空荡荡的椅子，于是问道：“秦满没跟你一起回来？”陈安愣了愣，许久才反应过来对方是在问自己：“我出来的时候他在打电话。”济然淡淡应了一声。陈安犹豫了很久，又接着说道：“他好像遇到了什么麻烦。岳文文凑上去问：“什么麻烦？”陈安摇摇头：“我只听到卖房子和搬家。”济然把牌一推，打断他们的对话：“胡了。”程鹏打开抽屉看了眼，里头空空如也：“卧槽，我筹码怎么全通了？”济然，你今天可算发财了。济然一脸无语：“就这点破钱发什么财，能不能有点出息？”程鹏气笑了：“你要是不在乎钱，就把筹码还我，增进我们兄弟间的感情。”岳文文骂他：“喂，你别总想占小然然便宜，还你就还你，这些筹码加起来横竖不过六位数。”济然随手拉开抽屉，刚想拿出筹码，突然想起什么，又砰的一下关上柜子，双手抱胸，倨傲道：“算了，还是不还了。”秦满回到包厢的时候，发现房间空荡荡的，大伙已经各自回家了。他转过头，发现济然竟然还没走。只见济然坐在窗边的沙发上，点了支烟。秦满问：“他们都走了，你还不回去吗？”济然倚在窗沿，夹着烟的手朝柜子那点了下：“刚刚赢的筹码你拿走，在前台可以折现。”秦满摇头：“不用了。”济然道：“都是你们的。”秦满笑了：“但本金是你的。”济然从口袋里拿出两颗筹码，捏在手心挡完：“我的本金在这，行吗？别废话，不要就丢掉。”秦满也没矫情：“好吧，那就谢谢了。”二人走出大门，济然把烟摁灭。他突然有些好奇秦满现在的住处，毕竟现在没什么比看秦满落魄更让他舒心的事。于是他回过头看着秦满问道：“要不要送你？”秦满莞尔：“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这么直白的拒绝瞬间让济然不爽了起来，砰的一声就直接上车，脚踩油门疾驰而去，简直不识好歹，也不知道谁在山上的时候巴巴要上他的车。现在谁都知道你是我的人，让我朋友瞧见你住那几十一百的破旅馆，老子的脸还往哪搁？在棋牌馆和秦满不欢而散后，济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一趟赛车场。嚣张的引擎声挑衅般响彻赛道，一个新加入赛车行列的新人忍不住嘀咕：“这人是谁啊，这么嚣张？”管理员笑道：“算你运气好，刚来两天就能见到济然。多少人天天往赛车场跑，就为了看他飙一回车。我去，这么牛逼，看起来年纪也不大呀，那他怎么不当赛车手？我听说现在赛车手赚的可多了。”管理员拍拍他的肩：“你看他开的车，觉得他缺钱吗？”济然跑了几圈，车子停下时，他那狂飙的肾上激素还未完全平息下来。管理员在终点等着他：“然哥，棋牌馆刚给你来电话，说你的打火机落在他们那。那打火机是限量款，他还挺喜欢的。”济然打算还是走一趟去拿回来。
车子临时停靠在路边，几人就看到一个颀长的身影，秦满还穿着方才的衣服，正站在会所大门旁打电话，看起来就像是一直没离开过。待他挂了电话，几人女人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走了过去。你怎么还在这里？秦满转过头来，脸上难得出现一丝惊讶，你怎么回来了？现在是我在问你。秦满面露犹豫，沉默了片刻才开口，我还在等车。几人嗤笑，你就是等飞机，这会儿也该上天了。秦满轻咳一声，好吧，其实我在找地方住。这次不等几人问，他便自己说，我爸欠的有点多，好债的等不及，找到我这儿来了。现在租的房子不太安全，我暂时还不方便回去。几人无语，那你去住酒店啊。秦满委婉道，他们有我的身份信息，可以查到。几人皱眉，你报起警来不是挺得心应手的吗？欠钱理亏，算了，让他们闹一闹，回去也才好交差。对了，你怎么回来了？几人回答，我打火机落下了。秦满点头，去吧。几人默了默，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总不能就在大街上站着吧。秦满道，我等晚一点再去找不用登记信息的旅馆，你不用担心我。几人一噎，谁担心你了？你慢慢等着吧，我进去了。秦满点点头，答了一声好。片刻后，几人拿了打火机出来，发现外面下了点毛毛雨，风里带了些凉意。几人接过棋牌馆服务员送出来的伞，四处张望，看到秦满还站在原来的地方。秦满看到几人出来，朝他笑了笑，给他做了个再见的手势，注意安全。几人突然想起高一某个夜晚，那天同样也是下着雨，他当时忘了带伞，被困在教学楼里。秦满突然从拐角处出来，冷冷地说，几同学，晚自习已经结束了，不要在教学区逗留。几人暗骂一声晦气，转身就要往外走，没走两步又被秦满叫住，等等，没带伞的话我这里多了一把。两个身形完美重叠在一起，不同的是秦满的神态，一个冷漠，一个温和。几人暗骂，真是不让人省心的落水狗。半分钟后，他走到了秦满面前，不容置喙道，秦满，你是不是故意的？现在谁都知道你是我的人，让我朋友瞧见你住那几十一百的破旅馆，老子的脸还往哪搁？我家里佣人房还空着，你先滚去那儿住。秦满看着几人递过来的伞柄，愣了一下，几人，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什么情况？竟然有个黑丝大美女蹲在几人家门口等他。上级说道。几人回棋牌馆拿打火机，发现秦满还站在门口迎你，于心不忍之下，几人让秦满去他家住。我的行李还在租来的房子里，讨债的人一直在外面守着，如果想拿行李就只能趁晚上。于是等到深夜两点，几人的脸色已经沉得不能再沉，他觉得自己肯定是被鬼上了身，才会大半夜不睡觉陪秦满折腾这种破事。他坐在车里看着面前这栋小区公寓楼，秦满，我看起来很好听，这栋公寓楼月租只要1000。秦满纠正他，是800，朋友好心租给我的房子，正因为房东是朋友，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在这继续住。几人呵呵一声，你还知道不好意思。秦满笑了笑，一点没生气，你在这等我，我马上下来，10分钟后如果没看到我，我就帮你报个警。秦满说，不用，那太麻烦了，如果没看到我你就走吧，回去睡觉。说着他转身就要上楼，就听见车门打开的声音。秦满回头就看到几人从车上下来，只见他双手插兜，走，我跟你一起上去，就你这样，万一真遇到人，一拳就得被打趴下。说完他率先往前走去，秦满看着他的背影莞尔一笑，这人明明比自己矮，还反过来一副大哥的语气。几人走几步后发现秦满没跟上，于是回头，走啊，愣着干什么，早点解决早点回家。秦满应了一声好，忍着笑意跟了上去。二人一前一后进了公寓，一路上了20楼，电梯门一开，几人颇有气势的一脚迈出电梯，往四周看了看，发现没人，打了个手势，趁现在没人你动作快点。秦满开了门，几人往里瞥了一眼，这公寓地段不错，空间也很大，看起来价格不菲，看来秦满的朋友也挺够意思。我去收拾行李。秦满问，要不要给你倒杯水？几人白他一眼，你是来收拾东西跑路的，不是带我来做客的。秦满点点头，进房间收拾行李，而几人则百般无聊地看起房子里的装潢。装修很简洁，色调是灰白色，好看是好看，就是有些没意思。他注意到墙上有一幅画，画上是大榕树和一片海。几人不会少画，就直觉这画画的不错，而且不知怎么的，他总觉得这画中的场景有点熟悉，却又一时想不起来。那画右下角似乎还有署名，他站起来正准备去多看两眼，就听见卧室房间传来一阵声响。好了，我们走吧。几人转过头惊讶道，这么快？你这行李未免也太少了吧。秦满拎着小小的行李袋，我原本就没带多少东西出来，算了，走吧，缺了什么大不了再买。说着几人指了指墙上的画，对了，你这画不带走了？看到那幅画，秦满微不可见的挑了挑，那画不是我，是房主。
济然多看了一眼，脱口道：“房主是谁？这画他卖不卖？”秦满问：“你很喜欢这幅画吗？”“还行吧，就是觉得挂墙上挺好看的。”闻言秦满嘴角微微勾起，画是房主自己画的，他也很喜欢，应该不卖。闻言济然没再执着这画，他本身就是没什么艺术细胞的人，这也是头一回会对一幅画感兴趣。出了房门，秦满问：“我搬过去真的不会打扰到你？”济然瞥他一眼：“不会，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重了，而且你行李都收拾好了？”他想起问这个，秦满道：“最近岳文文不也住你家吗？”“那又怎么样？我说了我和他是朋友，你别用那种龌龊的眼神看我们。”车子一路开回家，刚拐进小区，就看到一个穿着黑色丝袜超短裙和宽大牛仔大衣的女人站在他家门口。“小冉冉，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超水润还是限定款，这究竟是什么神仙宝物？”上集说道。秦满随几人回家，不料在门口就碰到一身穿黑丝的年轻女子。只见他看到二人回来，就直接喊道：“小冉冉，你怎么现在才回来？”秦满还来不及问，就见几人解开安全带，低声骂了句，快速下了车。几人匆匆跑到女人身边，没有质问，也没发脾气，而是接过那女人的包，顺手扶住了她的腰。女人在几人身上扑腾了好一会。“小冉冉，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刚好，一会你帮我洗个澡吧。”秦满微微眯起眼，看了几秒钟后，解开安全带，也跟着下了车。短短几秒钟，整理好表情，秦满面带微笑，走到那两人旁边问：“需要我帮忙吗？”几人拎着包，还要把人扶稳，别提多烦躁了。“不需要，我扶他进去，你帮我把车子开进车库吧。”秦满把几人怀里的人上下打量了个遍，突然问道：“他也是你的情人吗？”几人闻言一愣：“什么？”秦满抓着他的手，继续问：“是我一个人满足不了你，还是你想男女通吃？”既然反应过来，气笑了：“我何止男女通吃，我还老少皆宜呢。怎么，你有意见？”秦满站在原地思考了十来秒，既然看他没反应，吼道：“你站着发什么呆？”“松手。”秦满淡淡道：“我在想怎么把他赶走。”“什么？”既然一时间以为自己听差了。秦满恢复往日的笑容：“我开玩笑的。”说着他二话不说便抓住女人的手，把人接了过来，满脸和善道：“既然，你的车我不会开，我帮你扶人，你去停车吧。”大晚上的，既然也不想站门外吹冷风，他快速打开大门，秦满把人扶到了沙发上。他正刚要转身，女人突然抬手紧紧握住了秦满的手腕。房子里的灯光开着，秦满总算看清了女人的脸，明眸大眼，是招男人喜欢的类型。于是他道：“松开。”说着正准备收回手，没想到对方的手劲也忽然变大了。只见他一脸震惊：“我肯定是醉了，我居然敢做和秦满的梦，我真不是人，我对不起小冉冉。”秦满皱眉，眼底带了些疑惑，于是问道：“你认识我？”女人没应他，梦里的对话毫无意义。他紧紧握着秦满的手，坐直身子就要凑上来：“既然都梦见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几人停好车，从侧门回了家，一打开门就听见一道隐隐约约的呻吟声：“呜呜，好痛！小冉冉杀人了！”几人快步走到客厅，立马就被眼前的场景震惊的说不出话。只见秦满一边手把对方往沙发上按，另一边制不住了对方的双手，还屈着膝盖压制着，很明显是一个漂亮的制服动作。“你挑女人的眼光太差了，她刚刚想脱我衣服。”几人揉揉太阳穴觉得头疼：“你先把人放开。”秦满得寸进尺道：“你如果不想被戴绿帽，我建议你把她赶走。”“绿帽个鬼啊！”几人忍无可忍，直接吼道：“你瞎吗？她是岳文文，你赶紧把人放开。”岳文文没醉死，经过这一折腾，吓得酒都醒了半分，他坐在沙发上抽泣，可怜巴巴的把手伸到几人面前：“小冉冉，我手好痛啊，是不是脱臼了？会不会是断了呀？”几人翻个白眼：“没有，都好着。”“臭死了你，快点去洗澡。”另一边秦满坐得笔直，语气诚恳道歉：“对不起。”岳文文转头反复确认：“小冉冉，我是不是还晕着呀？我还看得见秦满怎么办啊？”几人看他还想扑上去，连忙拉住他：“你别发酒疯了，不然你以为你手怎么伤到的？”岳文文顿了顿，问眼前的人：“你真是秦满？”秦满道：“是我。”岳文文急得快哭了：“那我刚刚，我不是故意的，我还以为我在做梦。”“小冉冉，你知道我的，我哪敢动你的男人了。”既然习惯了他发酒疯的样子，配合道：“是是是，你先把假发脱了，去洗个澡。”岳文文可怜兮兮地问：“那你会跟我生气吗？”既然懒得纠正他的话，叹了口气道：“不会，我就知道小冉冉你最好了。那我先去洗澡吧。”岳文文站起身来，正要朝浴室走去，又突然想到什么，折回身来。他走到秦满身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东西来，眼里满是不舍：“小满满，刚刚是我不好，这个就当我赔罪吧，特别好用，你不信可以跟小冉冉试一试。”秦满摊开手掌，掌心里是一瓶小小的透明瓶，从上面的字样上看是瓶中华油，瓶身上还有两个大字：“
限量。你说你这么好面子，为什么要跟我建立这种关系？上级说道。吉安带秦满回家，不料碰到喝醉酒的女装大佬岳文文。解除误会后，岳文文给了秦满一瓶限量款润滑油。吉安的耐心已经消耗殆尽，他拿起旁边的抱枕朝岳文文丢去，忍无可忍道：别送这些奇奇怪怪的礼物，给我滚去洗澡。看到岳文文终于乖乖去浴室后，吉安轻咳一声，他平时不这样，今晚是醉了。说着拿起地上的行李包，你跟我来。吉安家里根本没有佣人房，客房只准备了两间，岳文文占了一间，另一间就在主卧隔壁。房间虽然小了点，该有的东西都有，却什么在跟我说。说完他正准备回自己房间，突然又想起什么，回过头警告他，你要是吵着我，就滚回去住你的小旅馆。秦满点点头，我明白。接着他突然摊开手，露出掌心的小瓶子，那这个怎么办？吉安瞬间僵住，什么怎么办？当然是扔了它。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秦满看着紧闭的房门，嘴角微微勾起，暗道真可爱。家里的隔音不差，一晚上几人睡得还算安稳。床头柜上的手机轻轻震了一声，吉安把头埋在枕头里，几秒后伸手拿过手机伸到自己眼前，屏幕上都是岳文文发来的消息。小然然，我刚刚出去倒水看到了秦满，我是疯了吗？还是我酒没醒？卧槽，小然让我走了，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吉安打了个哈欠，把手机丢到一边，还准备继续睡，突然听见门外传来物品落地的声音。他猛地从床上坐起，随便套了条四角裤便出了房间。只见秦满站在厨房里，听见动静后回头，我是不是吵醒你了？吉安赶紧打开抽油烟机，皱眉问，你在干什么？满屋都是油烟味。秦满回答，我想给你做份早餐，不过很显然没能成功。说着他打开盖子，一股糊味弥漫出来。吉安走过去看了眼，里面的粥已经被煮得不成样子，没法再喝了。他的厨房也被折腾得乱七八糟，吉安的起床气在这一瞬间简直达到了顶点。连煮粥都不会，以前怎么没饿死呢？他边骂边拿抹布擦着桌面。秦满不自然道，我以后不会乱动了。既然擦着灶台，他上身没穿衣服，背部线条流畅，肩胛骨微微凸起，很是养眼。秦满连眼看了一会儿，忍不住想要靠近一点。就在这时，吉安突然打了个喷嚏，秦满看到了，三两步跑回房间给他拿了件衣服。披在吉安身上的时候，指尖在锁骨轻轻划了一下，惊得吉安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险些没站稳，于是回头骂道，你干什么？说着胡乱把衣服套在身上。秦满见状，忍不住伸手帮他拢了拢衣服，要穿好免得着凉。我看粥是没得吃了，要不我给你订份外卖吧。吉安摇头拒绝，这附近的外卖几人都吃腻，而且他现在心情不太好，想吃些清淡的。只见他洗锅开火放油，动作一气呵成。秦满惊讶道，你会做饭？吉安语气不佳，不然呢？他态度恶劣，秦满却一点也没受影响。我还以为你平时都点外卖，怎么不请个阿姨来家里做？吉安顿了顿，他以前确实请过，结果没几天阿姨就在他饭菜里下药，深夜被岳文文扛去了急诊室。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相信别人，自己做饭起码毒不死。半晌后吉然才出声，关你屁事，拿着你的早餐滚出去，以后别进我厨房。吃饱喝足后，吉然随便挑了个车钥匙便准备出门。走到客厅时，秦满正站在窗边打电话。不用，我现在挺好。对方不知问了句什么，秦满突然抬眼看了看吉然，我住在一个朋友家。嗯，老朋友，你不认识，帮我感谢季伯父的好意，不过我下午恐怕没时间。晚饭？行吧，那晚上见。秦满挂了电话，看向处在自己身边的人，怎么了？吉然问，是几位？秦满嗯了一声，他约我晚上见一面。吉然嗤笑一声，你跟几位关系这么好，你都落魄成这样了，怎么也不见他接济接济你？秦满回道，他确实说过帮我，不过被我拒绝了。吉然皱眉，暗道这人真是奇怪，拒绝了自己所有好朋友的帮助，却愿意在他面前做小徒弟。想到这几人突然好奇起来，秦满，你说你这么好面子，为什么要跟我建立这种关系？你就不怕这事传出去，传到你那些好朋友的耳朵里？你上学的时候干嘛总喜欢找秦满茬呀？他好像也没怎么招惹你吧？上级说道。既然问秦满，你说你这么好面子，为什么要跟我建立这种关系？你就不怕这事传出去，传到你那些好朋友的耳朵里？秦满意味深长道，传了也没关系，我和你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们不会相信的。既然闻言觉得也是，这事要是放在几个月前，既然自己也不信。于是他拿出手机，那我现在就给几位打电话。秦满一脸真诚，好啊，你有他电话号码吗？需不需要我给你？卧槽，他还真没有几位的电话号码，而且看秦满这副德行，摆明认准了他不会去说。吉安觉得没意思，把手机丢回口袋，电话里说不过瘾，老子下次当面告诉他。到了台球室，吉安兴致缺缺地站在一旁，程鹏拿着球杆边把球打进洞边问，干站着干嘛呢？莫不是开了荤
纵欲过度了。我，你才纵欲过度。程鹏左右看了看，那你怎么一副肾虚啊？今天怎么没带秦满一块来？既然白他一眼，带他来做什么？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天天把那小东西带在身边，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有情人？程鹏一脸理所当然，我喜欢他，当然要带着他。既然哼笑一声，这么喜欢，要不你带他去国外办个手续得了？还没到那地步。程鹏笑道，你难道不喜欢秦满吗？既然闻言一脸震惊，你说什么？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程鹏揉了揉头，不喜欢他你给他花什么钱？钱多烧得慌，就因为你讨厌他？既然，我其实一直挺好奇的，你上学的时候干嘛总喜欢找秦满茬呀？他好像也没怎么招惹你吧？既然语塞，记得上学那会儿，既然和秦满就不对了。他会在秦满值日当天故意去把教室弄得乱七八糟，然后第二天秦满也回敬他一抽屉的垃圾。周一学校升旗，既然把秦满的演讲稿换成黄色小说，秦满捏着纸张面不改色地背完了整个演讲内容。第二天既然的手机就中了病毒，无论按什么键都会弹出跟演讲稿上一模一样的那篇黄色小说。既然前脚在老师办公室偷走秦满的作业本，秦满后脚便补上了作业的复印件。学生会不定期突击检查，既然私藏在宿舍里的烟就被全部被缴。类似的事情数不胜数，一直从初中维持到了高一下学期。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始于济南，终于秦满。不知为何，自高二起，秦满不再对济南的恶作剧给予任何回应，每回恶作剧都被秦满游刃有余地化解，并且没有下文。久而久之，济安觉得没趣，也停止了恶作剧，离开了死对头这个名号，两人再无交集。谁想几年过去，秦满破产后，这两人居然变成了这种关系，着实令人费解。济安道，我就是看他不爽，有问题。程鹏余光一扫，他现在都破产了，你要真想折磨他，有的是办法，何必搞包养这一手？济安也不知道要怎么解释，他总不能说是因为他酒后乱性，一不小心被秦满上了，拉不下脸还有了这一出，于是只能道，怎么着，我就乐意这么干。程鹏失笑，行行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在别人面前折辱他？就那天看来，他好像并不在意那些。那不然我教你个办法，先让他喜欢上你，再把人甩了，最后再拍个颜色小视频传到他朋友手机上。听说你和秦满关系好，我想让你说服他进公司，条件如果不满意还可以谈。上级说道。程鹏在几人耳边出馊主意，你如果想折磨他，就先让他喜欢上你，再把人甩了，最后再拍个颜色视频传到他朋友手机上。既然像是被电了似的，脑子里全是秦满压在他身上大汗淋漓的样子，这种视频发出去还指不定是谁遭殃呢。想到这，他下意识骂了句脏话。见他沉默，程鹏瞪大眼，我开玩笑的，你可别真这么干，秦满就算破产手里还是有些人脉的。既然道，闭嘴，我没当真，把程鹏赶走。这时手机猛地响起，他余光扫了眼来电显示，竟然是纪国政。既然来到纪家老宅书房内，一名中年男人坐在书桌前，身着西装，戴着一副眼镜，风度翩翩。既然进门，纪国政头也没抬，来了，坐。既然坐到旁边的会客沙发上，做出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您找我有事吗？纪国政看完手上的报表，才终于抬起头来，我听你表妹说，你和秦满关系不错，你也真是的，怎么能拿方便面去招待客人？提到那晚的事，纪然心脏重重跳了几下，但是，行了，纪国政打断他，秦满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很多公司争着想要他，今天叫你来是想让你说服他进我们公司。纪然一愣，你想招他进勇士？勇士是纪国政名下的产业。只见纪国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我们开出的条件，到时你拿给他看，他如果不满意，我们再酌情修改。纪然简直要听笑，勇士在国内也是叫得上号的老企业，现在纪国政却愿意放下身段去聘请一个家里刚破产的小辈。想到这，济南道，你想要我帮忙，起码也得把事情给我说清楚吧，为什么非要聘请他？纪国政没解释，你只要照着我的话去做就行了。纪然跟他这位父亲对视良久，轻笑了声，接过文件，行啊，我帮你给他，不过我跟秦满半年才见一次，下次是什么时候我就不知道了。纪国政拿起手边的名片，我已经帮你约好晚饭了，地址在上面。纪然立刻想起秦满今早接到的那通电话，想也不想便拒绝，我不去。纪国政重新戴上眼镜，我是通知你，并不是在征询你的意见。还有，你也不小了，该去公司里历练一下，我会让你哥给你安排一份工作。纪然脱口想拒绝，可话到嘴边，忽然又咽了回去。半晌，他笑了笑，好啊，你打算让我去什么职位？太低我可不去。纪然再怎么样也姓纪，纪国政自然不可能让他去公司里当打印机小弟。你放心，我都给你安排好了，过段时间就会有人联系你。行了，我这还有文件要看，你出去吧，走的时候别忘了找管家拿你奶奶给你的礼。既然摆摆手，直接出了书房，
晚上中餐厅的包厢里，三人坐在一张偌大的饭桌上，气氛低迷。几位打开话茬，小唐刚好在附近，我就顺便叫过来了。秦曼你不介意吧？几堂今天特地打扮过，妆也画得很精致。闻言他朝秦满眨眨眼，如果打扰到你们谈事情，我可以去附近吃。秦满面上没什么表情，客气道，不介意。几位笑着倒酒，那我们继续聊。秦满，我这次找你主要还是想跟你谈谈公司的事。他话还没说完，包间的门突然被打开，只见几人站在门口，眉梢高高挑起，似笑非笑道，大家晚上好啊。秦满高中那会儿简直就是个书呆子，又丑又土，哪里好看了。上级说道，既然的父亲季国正让几人劝说秦满来自家公司这边中餐厅包厢里，几位带着堂妹不请自来，和秦满一起共进晚餐。就在这时，几人突然推门进来，大家晚上好啊。见到他，秦满嘴角机不可见的微微勾起，而几位的脸瞬间沉了下来。几堂疑惑地看向他们，之前明明说好了这场饭局只有他们三人，几位也是临时接到了父亲的通知。江应道，他刚刚也在附近，秦满你不介意吧？秦满看着门口的人笑了笑，不介意，你怎么没跟我说今晚也会来？几然坐到秦满身边，不可置否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几然，对兄长说话要客气一点。几位面无表情地说完，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秦满，公司情况应该也不用我多介绍，你都知道，只要你愿意来，公司是不会亏待你的。这种对话几然简直听得想睡觉，他拿起筷子开始夹菜吃饭，仿佛跟身边正经谈话的人只是拼桌关系。秦满静静听着，偶尔颔首，就是没表态，却过不去。几位说了一大通，中途还试图跟秦满碰杯。秦满看了眼旁边正在抿酒的人，才转头笑道，抱歉，我一会要开车，不能喝。几然心里嗤笑道，开车？他哪来的车，小黄车吗？几位絮絮叨叨说了20分钟，终于丢出主题，秦满，我是真诚邀请你加入我们公司，加入我的团队。秦满抬眼刚准备说什么，几然放下筷子，转头看向秦满，不客气地打断他们，喂，你到底进不进勇士？秦满忍着笑问，非得进吗？几然道，你说呢？秦满默了一会儿，故作勉强地点点头，那我今晚回去考虑一下行不行。几然想了想，行，毕竟旁边还有其他人在，几然不好抬出金主身份压制他，回去再谈也好。几位看着二人对话，有些咬牙切齿道，秦满你别跟他计较，他平时就是有点不懂事，说了这么久也该饿了，我们先吃饭吧。几然寻思着自己把话说了，任务也就结束了，打算喝碗王八汤再走。这时堂妹几堂终于有机会开口，秦满哥，我之前查学校资料的时候看到您写的论文，我觉得您写的非常棒。秦满客气的道了声谢。几堂红着脸继续道，您高中的演讲视频我也看过，讲得真好，你穿校服也特别好看，小女生的心思再明显不过。几然喝着汤凉凉的想，他这小堂妹眼光似乎有些毛病，秦满高中那会儿简直就是个书呆子好吗？又丑又土，哪里好看了？正腹诽着，几然突然觉得腿上痒，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是什么，那物件就缓缓往上滑去，隔着裤子布料摩擦着他的小腿。两个大男人聚在房间里吃方便面，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上级说道，几然突然空降秦满和几位的饭局，不料途中几然突然觉得腿上痒，原来是秦满隔着裤子布料摩擦了下他的小腿，几然直接被汤给呛住。只见他猛地抬起头，震惊地看向身边的人，卧槽，这秦满，别人在给他暗送秋波，他居然在桌下勾老子的腿。只见秦满笑着给他递过一张纸，慢点喝，别着急。几然很快镇定下来，拿纸擦嘴，然后把脚挪开，再稍稍抬起，稳稳当当踩在了那只锃亮的皮鞋上，剧痛让秦满捏着筷子的力道紧了紧，暗道他只是想逗逗小学弟，没想到小学弟的脾气这么大，真可爱。这场饭局太无聊，几然忽然站起身，几位见状立刻叫住他，你去哪？这么大个人啊，连跟长辈道个别都不会。几然原本打算安安静静走人，谁也别招惹谁，但既然几位非要跟他掰扯两句，那他就不客气，不是想挖人吗？他把人带走，看几位还怎么挖，就让这两兄妹自个坐这儿交流感情吧。只见他转过头停下脚步，压根不搭理几人，而是看向秦满，语气霸道，喂，你走不走？几位皱眉，刚想说什么，秦满先站起身来打断了他的话头，我还有点事，今天就先到这吧，有机会再约。几位闻言一惊，秦满素来知道他们兄弟不和，此时道别基本就等于是在战斗，想到这几位尽力克制自己的面部表情，还能保证自己不像订婚宴那天一样失态，他在几然和秦满之间来回打量了一会儿，无视几堂着急的眼神，硬生生扯出笑来，没想到你还跟以前一样是个大忙人，算了，那你去吧，我们有空再说。待两人离开后，几堂终于忍不住开口，哥，你不是答应我今晚要让秦满送我回家吗？怎么让他走了？
几维拿起酒杯喝了一口，他不愿意留下，我有什么办法？季唐道，哥，你和秦满以前真的是同学吗？我都觉得几然才是他的朋友。几维没应他，攥着酒杯的手紧了紧，暗道自己好心好意想给秦满一份好工作，谁想这人却为那杂种几次三番下他的脸，要不是为了秦满手上那些东西，他早就跟这人翻脸了。但现在更让他的疑惑的是，秦满和几然的关系真的有这么好吗？像是想到什么，几维突然抬头问道，堂堂订婚宴那天既然是几点从秦满房间出来的？几堂一愣，咬着筷子想了想，是晨跑的时间，大约六点吧。几维拧紧眉，早上六点两个大男人聚在房间里吃方便面，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宝宝们想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左下角 UPP 看我们腹黑秦满如何攻略我们男主。我是有职业操守的，我不找别人，我就要你。接上集，走出包间后，秦满问你去哪，既然到吃宵夜。秦满打开车门，一起吧，我还有些工作方面的事情想找你谈。车子一路到了某家露天烧烤店，既然大手一挥，老板给我来30串羊肉串，20串牛肉，5串鸡翅，5串韭菜。说完他看向旁边的人，你吃什么？秦满道，你不是点了吗？既然理直气壮，我点的都是我自己要吃的。秦满失笑道，吃这么多，可我看你身上没长什么肉啊。既然红着耳朵，我长不长肉干你什么事？你爱吃吃，不吃拉倒。点完菜，既然拿起开酒器娴熟地挑开瓶盖，你喝不喝？秦满摇头，不喝，我等会要开车。既然伸给他一瓶酒，代价我还是请得起。秦满笑道，我要是喝了，今晚谁伺候你？既然收回手，把酒往桌上一搁，谁特喵的要你伺候？说吧，你要谈什么？秦满道，我去你哥那工作的事。去个屁！既然打断他，蛮横道，你是我的人，敢去他那试试？秦满闻言一笑，你的人吗？既然欲噎，不自然道，我意思是，是我给你付的钱，你就只能听我。秦满笑笑，你确实付了钱，在某些方面我只会听你，但不是全部。既然压低声音，那我现在改变主意，我不要你跟我了，你跟我进公司去。秦满摇头，那不行，我卖身不卖你，而且这两者也没法等价交换。既然问，你这话什么意思？意思是我如果进了勇士，那我在公司里能创造的商业价值可比你之前给我的那些数额要多得多，太亏了，我不愿意。既然冷哼一声，你是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秦满耸肩，我只是对自身价值有充分的了解，说实话，近期联系我的公司没有一家开的价格比你给我的低。既然气笑了，那还真是委屈你。不委屈，毕竟是你在第一时间向我伸出援手，所以我愿意继续维持我们的关系。秦满伸手附在既然手上，只是协议中并不包括让我给你打工这一项，当然我也不是完全拒绝你，如果真的需要我，我也不会无情无义。既然一把把他手给甩开，面无表情道，说重点。秦满笑得和煦，我可以进勇士，不过得加钱。既然翻了个白眼，他还以为是多清高艺人呢，结果弯弯绕绕还是离不开铜臭味，于是开口说吧，要多少？秦满慢悠悠地伸出手，至少得这个数。既然差点又被啤酒呛到，你特喵的怎么不去抢银行？秦满站起身，欲擒故纵道，那就算了，我还是跟你哥谈吧，你等会。既然花了几分钟时间冷静下来，钱对他而言是身外之物，秦满报的数字虽然离谱，但他也不是完全出不起，不过是卖几辆车的事，最关键的是他以后要是想在公司跟几位打对台，不说没秦满不行，至少不能让秦满站到他的对立面去。想到这，他直接把秦满按回座位上，咬牙道，可以是可以，不过这么多钱我一下拿不出来，你得给我几个月的时间，而且这次的协议必须走合同。秦满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这笔钱放银行几个月利息也不少了。既然怒了，这么多钱谁能一下子拿出来？秦满，你少得寸进尺。秦满笑了，别生气，我这不是想了个别的办法吗？只见他坐正身子，把西装外套上的纽扣一解，慢条斯理道，这笔钱我给你打对折，什么时候给也无所谓，不过你得答应我三个条件。既然一脸狐疑，他想不出什么条件能让他一下打对折，可还没有他细想，秦满就开了口，第一个条件是你以后出门都得带上我。既然一愣，表情复杂，第二个条件我要搬到你房间去。既然表情扭曲，第三个条件吧，我还没想好，暂时先保留着。既然沉默了大半晌，问道，秦满，你觉得开这种玩笑有意思吗？秦满一脸认真，我没开玩笑。既然满脸疑惑，我出门带着你做什么？我觉得你和你身边的人都很有趣，想多接触接触，那为什么要搬来我房间？秦满状似无奈，嘴边的酒窝却暴露了什么，之前我答应过你不会给你戴绿帽，但我是个成年男人，我也是有需要的，你总把我晾着，我也很难受。既然一脸震惊，只见秦满继续道，订婚宴都过去这么久了，你难道没有那方面需求吗？说着沉思片刻，认真打量他，
不应该呀，我看你那应该挺正常的。你才不正常。既然没心情吃烤串了，他脸上燥热的不行，这样吧，我允许你出去找别人，这总可以了吧。秦满朝他笑了笑，不行，我有职业操守的，我就要你。别胡说，谁和秦满关系好了？上级说道。秦满对几人说，我是有职业操守的，我不要别人，我就要你。这时老板把剩余的烤串端上来，您好，您点的串已经齐了。几人被叫回神，待老板走后，他终于稍稍恢复了些理智。只见他凉凉道，是你皮痒了欠揍，还是我脸上写了傻子两个字？我付你钱还得分一半床给你，到底你是金主还是我是金主？秦满管耳，你不愿意也没事，我们可以继续保持上一个协议的关系，毕竟这件事主动权还是在你手上。既然拿起一串羊肉串狠狠地咬了一口，既然有这么多公司在挖你，为什么不去工作？我不知道你公司欠了多少钱，但至少能补上一点窟窿吧，也不至于被人追上门讨债。秦满道，我打算休息一段时间，暂时不想工作，而且那讨债公司最近变本加厉，多算了很多利息，我还得不痛快。在跟他们达成共识之前，我不会把钱给他们。既然哑然，得，要不怎么说欠钱的是大爷。秦满帮他擦了擦嘴，笑笑不语。有了前两次教训，既然今晚只喝了几杯，还是皮的。他放下酒杯，半晌才道，你说的是，给我几天时间考虑。秦满挑了挑眉，怕我占你便宜。既然掩饰般的提高音量，老子一大男人，怕个屁。是你开的价格太高，我总得评估评估，我可不想做赔本的买卖。秦满笑了笑，行，我等你。他话音刚落，就看到济然掏出车钥匙拍在桌子上，这你拿着，以后开车出门别让街坊邻居看到你从我家出去搭公交车，你不要脸我还要呢。秦满失笑，公交车还不至于，济然直接拿串烤肉捂住他的嘴，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哪来那么多废话。次日白天，程鹏把篮球随手丢到球场里，抹了把头上的汗，然后问道，是秦满亲口给你开的这个价？济然懒洋洋地坐在观众台上，点了点头，你说他值不值？一旁的岳文文惊叹道，真不愧是秦满，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贵的呀，一看就知道他方才没在认真听两人的对话。既然斜睨他一眼，专心玩你的手机，大人说话别插嘴。说到这个，我最近认识了好多肌肉型男，要不要推荐给你们？小然然，还不等既然开口，程鹏就接过话，你还是自己留着吧，他就喜欢秦满类型的。眼看话题越跑越偏，既然直接扔出一瓶矿泉水，滚，快回答我，秦满开的价格怎么样？程鹏接过水，就这价格你还要考虑？你知道秦满现在有多抢手吗？据我所知，抢他的公司就不下这个数，开的条件也都不差。既然就更好奇了，他真有这么厉害？程鹏点头，他个人能力是我们这一辈里最强的，据说他才刚上大学那会儿，接的第一个单子就是八位数，后来就更别提。既然想起自己之前给秦满转的那一单钱，怎么突然有种赚了的错觉。程鹏喝了口水，又接着说道，不过他这么抢手，据说也是因为他外祖父留给他了好些地皮，这几年到处都在开发，他随便丢出一块就够那些企业争破头了。既然听完不屑的笑了声，吹呢，怎么不说秦满是天神下凡战神在世啊，要不是秦满天天在他面前哭穷，落魄到没地主还被追债，他差点就信了。我也只是听说的，我爸不想参与竞争，我也就没仔细去查。说着他话锋一转，不过他给你开的价钱怎么这么低？看来你们俩相处得很好吗？既然想起秦满昨晚的话，他喉结微动，别他喵胡说，谁跟他处得好啊，我们就是正常的资助关系。程鹏摆摆手，行吧，你说什么是什么，要我说你赶紧去跟秦满把事情定下来，要真被别人抢了血亏。既然烦躁地捋了捋头发，行了，我再考虑考虑。这时岳文文凑过来突然开口，对了小然然，过段时间有个赛车比赛，奖励是你偶像切斯特肯内利的签名手套，你有没有兴趣？既然闻言一愣，还不等他开口，程鹏就皱眉道，那比赛是顾哲办的，肯定有不少破事，算了吧，既然一个手套里，你如果想要，我到时候帮你找门路再签一个。既然摇了摇头，签不了了，切斯特几年前在比赛中意外去世，他生前出了名的低调，连采访都很少，签名更是重金难求。得了，既然站起身来对岳文文道，我之前把顾哲拉黑了，你帮我报个名去。岳文文问，真报呀？我总觉得他这次办比赛就冲着你来的。既然拍了拍身上沾染的灰尘，那就更要参加了，得把这孙子打了，以后他才不会来老子面前瞎蹦跶。你不要我，又不让我找别人，世上哪有这种道理。既然回家时家里没人，口袋里手机传来滴滴声，几条短信突然蹦了进来，是个陌生号码，你私底下给秦满开了什么条件？他说在等你答复。是什么意思？这是你不要再插手，公司的事跟你无关。既然很快反应过来短信的主人是几维，卧槽，这秦满居然又去跟几维谈条件，于是他想也不想，直接给秦满打了个电话。
我不是说了，给我点时间考虑吗？你他喵的转头就去找几位是什么意思？觉得我出不起那钱是吧？身前之人递来疑问的眼神，秦满轻沈一声，做了个手势便往外走去。他倒不怕几人出不起钱，就怕他不愿意出人。到了安静地方，秦满才道，我没联系几人，是他主动给我打了电话，我在等你的结果，就没有答应他。几人这才发觉自己有些猴急了，他干脆无赖道，不行，电话也不准接。秦满无奈一笑，你不要我又不让我找别人，世上哪有这种道理，谁说我不要。那头突然没了声音，秦满噙着笑嗯了一声，几人烦躁地把自己前额的碎发拨到后头，闭眼皱眉道，我们只是雇佣关系，你能不能别说得这么肉麻，十点我会让人准备合同的，你就收拾好自己，做好给我卖命的准备吧。秦满敛下眼，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他莞尔一笑，好的，我随时准备着。挂了电话，秦满返回房间，不好意思，接了个电话。他对面坐着同样西装笔挺的男人，是秦满之前在公司里的助理刘晨。刘晨把资料摊开，我把您给的地址都实地考察了一遍，觉得这三处都不错，第一处在市中心，视野好，楼层高，只是价格偏贵，第二处靠海，楼层不低，周围绿化好，最后这个位置有些偏僻，不过地段大，便宜。秦满接过资料，他翻到第二幅的海景，停了动作，就这里吧。刘晨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决定下来，反而愣了愣，这就定了吗？看到秦满点头，刘晨笑道，看来您很喜欢海啊，那我就去跟他们敲定下来。还有名字的事，秦满打断他，那个以后再说吧。刘晨一怔，但注册的话首先得把名字定下来。秦满笑了笑，刘晨我比你清楚，我的意思是暂时先不注册，这和他们上个月说的不太相符。刘晨慌张地接回文件，那这块地皮，秦满道，先买下来，说一等采购情况都要汇报给我，剩下的等我通知，我有一点私事需要耽误一阵子，这段时间的工资我会照常开给你。刘晨点头，好的，我回去办。秦满起身，没什么事那我先走了。刘晨连忙开口，那我送您。秦满摆摆手，不用，我自己有车。刘晨想到门口那一辆骚里骚气的橙色法拉利，愣在原地，满脸震惊和怀疑，自己老板的品味什么时候变了。几人挂了电话，换上睡衣躺在床上，想起刚刚的事，重重地叹了口气，他喵的又冲动消费，他就该把秦满的电话号码拉进黑名单，至少还能有个缓冲的时间，再说了别的东西至少还有个退货功能，秦满这家伙怎么退啊，就算能退他也拉不下那脸来。想到这几人更烦躁了，于是他掏出手机给岳文文发了条信息，给我推荐点电视剧或者电影，要逗人开心的。好的呢青青，稍等一下哦。分享链接，梦想制作人第四期。几人没仔细看标题就点了进去，100进50，淘汰机制开启。看了三分钟后，几人逃命似的溜了出来，老子让你推荐喜剧，你发100个男人过来干什么？岳文文一脸无辜，这里面有足足100个男人在逗你开心啊，简直就是天堂啊，难道还不够吗？顺带一提，人家 PIP 里面的56号高冷帅哥的长相赢家小弟的心，小然然你快帮我投下票， VIP 账号能投10票，爱你，稳吧，再给我发这些我找人把这小偶像刷掉。吉然恐吓般的发了一句，然后气势汹汹的点进投票链接，凶神恶煞的帮岳文文喜欢的小偶像投了10票。这样吧，在签合同之前，我只睡你的床，不干睡觉以外的事。上级说道，吉然想让岳文文找喜剧片，结果岳文文给他发来百人大战的综艺节目，还让他给自己的小偶像投票。看来岳文文是指望不上了，吉然认命的打开视频软件，随便点了个欧美大片，摆在枕头前看了起来。没一会儿，他就呵欠连连，眼皮子开始打架。不知过了多久，几人被几声爆炸声惊醒，他下意识道，谁他喵的在别墅区放烟花。说完他抬起头，就看到秦满站在床边，一只手还拖着自己的脖子。秦满，你怎么会在这里？原本想帮几人把头放在枕头上的秦满，没想到他会突然醒过来，也是一脸尴尬。只见几人猛地坐起身，卧槽，谁让你进我房间的，吓死老子了。秦满若无其事地收回手，笑道，我敲门了，你没听见？几人看到他脚边的破烂行李袋和一个枕头，语气不善，你来干什么？秦满笑道，协议不是说好了吗，我以后睡你房间。几人瞬间清醒了，协议还没签，你睡个屁。滚，秦满你是有多饥渴？秦满想了想，那就当作是定金吧，东西都收拾好了再放回去会很麻烦。几人骂道，谁管你麻不麻烦，滚回你的房间睡。秦满压低声音打着商量，这样吧，在签合同之前我只睡你的床，不干睡觉以外的事，你要是同意的话，之前在几家别墅的事我再帮你做一回，卧槽，这男人骚起来真的没谁了。几人心里骂着，却忍不住回想起那晚的愉悦感，不禁面红耳赤，心跳也紧跟着加快。几人口不择言地骂道，你以为自己是谁啊，我出去随便找个鸭都比你服务要好，
闻言噙满的笑瞬间敛了起来。谁服务比我好，让他过来跟我比比看。几然听得目瞪口呆，这家伙是认真的。直到他睡裤被人勾起一条缝，几然才被惊回神来，下意识用手掌重重地抵在了秦满脸上。你停下，我现在没兴致干这些，你要睡就睡，别搁这儿跟老子动手动嘴。几然想通了，不就是早几天搬进来吗？早晚都是要来的。再说了，他不想做，秦满难道还能把他强了？看他妥协，秦满莞尔一笑，开始把行李包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几然盘腿抱臂坐在床上，冷眼看他收拾好东西后才皱眉道，你晚上睡觉不梦游不磨牙不打鼾吧？秦满挑眉，我怎么会知道，我们之前不是一起睡过吗？你不记得了？谁会记得那些破事？几然背着他躺下来，把被子往身上一盖，恶狠狠地放话，晚上睡觉不准把任何东西伸进你的被子，你要是把我吵醒我就杀了你。秦满看着他的背影笑着答了一声好，然后转身进了浴室去洗了个澡。再出来时，床上的人已经变了个姿势，面朝着他，嘴巴不自觉地微微张着。秦满轻声上床，侧身躺着，盯着小学弟看了许久。几然记不清了，但秦满还记得，小学弟清醒时张牙舞爪要吃人，睡着后却乖得不行，没有任何恶习，像只肚腩朝天的刺猬。然后他十分自然地低头，亲了亲几然的鼻尖。半晌，秦满把灯关上，刚闭眼不过五分钟，几然便在黑暗中倏然睁大了眼睛，重重地喘息了好几下。卧槽，他刚刚居然梦见秦满在亲他，甚至还咬了一口他的鼻子。他惊魂未定地看着眼前的人，按道你平时找我茬也就算了，梦里还阴魂不散。气得他忍不住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使劲地在秦满鼻子上拧了一把。帮我查一查，秦满他以前有没有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次日清晨，几然早早起了床，昨晚他一晚上没睡好，梦里反反复复都是秦满。最过分的是，他还梦到秦满把他鼻子都给吃了。几然打着哈欠进浴室洗漱，他拿起自己的牙刷，刷牙时打量了下镜子里的自己，总觉得眼底多了层青。刷着刷着，他突然抬手拿起秦满的刷牙杯，重重地摔到自己洗漱台的另一角去。半小时后，岳文文坐在健身房的角落里昏昏欲睡。小然然你好狠心，我就因为不想早起才天天翘班，你却一大早就拉我来这浪费光阴。几然斜睨他一眼，你以前不是很喜欢来这儿吗？岳文文环视了一遍空荡荡的健身房，有气无力地强调，我喜欢有肌肉男的健身房，而不是早上八点的健身房。说着他像是想起什么，对了，这几天小满满怎么没跟你们快啊？几然擦汗的动作一顿，提他做什么？上回是谁见到他就跑了吗？岳文文撑着下巴，我这不是在他身上耍了酒疯，不太好意思吗？不过小然然，你都把秦满放家里去了，居然还有闲心出门。几然道，你这话什么意思？岳文文一脸花痴，要是我家里要是也有个秦满，那我肯定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不说还好，一说几然又想起昨晚的梦。就在这时，程鹏走了进来，要说折腾人还是几然你会折腾，大早上的让我跑到这来。他手里拿着个文件袋，打了个哈欠，有水吗？给我来一瓶。接过岳文文递过来的矿泉水，程鹏看着几然眼底下的乌青一脸蒙问，看来你最近夜生活很愉快啊。虚成这样，昨晚没少折腾吧？几然铁青着脸，折腾你妹，我只是昨晚没睡好。岳文文闻言立马扑了上来，一脸八卦道，为什么睡不好？是秦满特别缠人吗？还是他反扑你吗？几然脸一黑，哭个屁，就是晚上睡觉身边多了个男人有点变。行了，程鹏打断他们，拿出一份文件来递给几然，这是我给你整理出来的补充条约，你拿回去给律师。几然接过来，道了一声谢，程鹏接着说，还有我觉得你们之间的协议有点奇怪，就顺便帮你查了一下他家的事。几然意外地挑了挑眉，结果呢？程鹏耸了耸肩，结果没惊喜，他爸真破产，有欠债，父母确实都出国去，他们公司前两年盈利最高的几单全是秦满接的，能看出他实力确实不错。几然对这些不感兴趣，他沉默半晌后突然开口问道，他以前有没有女朋友或者男朋友？许久没得到回复，几然疑惑地转过头，对上两道意味深长的目光，只听岳文文啧啧道，小然然吃醋的样子也好可爱哦，你不说什么，老子只是想知道以前有没有其他倒霉鬼被秦满缠上的。岳文文点头做作道，明白，我懂我懂。几然一脸无语，我他喵的看你一点没懂。程鹏也在一旁调侃道，这我倒是没查，不过你如果有兴趣的话随口问我，没兴趣。几然把文件放好，结束这个话题。几然玩到半夜才回家，到家时发现秦满已经睡了，心想这样也好，省了吵嘴的力气，加上昨晚睡得不好，几然几乎是一沾床就有了睡意。就在他快要进入浅眠时，一只大手突然伸了过来，直直搂住了他的脖子。爸爸在睡觉，你乖一点别乱动，上级说道。几然在半梦半醒间，一只大手突然伸了过来，直直搂住了他的脖子。几然骤然清醒，连带着昨晚的脾气也上来了。秦满，
秦满的掌心忽然向上摸到了济然的脸上，跟安抚似的揉了两下，无意思的嘟囔一句：别闹，娇娇，什么玩意儿？这人叫他什么？娇娇是什么鬼？还不等他反应过来，秦满另一只手搭在了他脑袋上，轻轻揉了两下，含糊不清地说：乖。济然后知后觉地想，秦满可能是梦到前任了，没想到这人还真的有前任。娇娇，听这名字应该是个女生。想到这，济然这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秦满之前该不会是个直男吧？他还没来得及细想，秦满就突然凑了上来，贴在他后脖梗上，突然又说了一句：你换沐浴露了？虽然知道跟睡梦中的人吵嘴没意义，但济然还是忍不住丢出一句：你换爹了。骂完后，济然挣扎着想从他的臂弯里出来，谁知对方用足了力，他掰扯了半天都没能挣脱开。济然忍无可忍，抬手想把人打醒，秦满却先他一步，实力把他往后一拉。下一秒，济然听到秦满的声音自头顶传来：娇娇，乖点，爸爸在睡觉。爸爸？他原来和他女朋友这么玩的吗？这时秦满话语间还带了丝威胁：再动以后不给你找小母狗。济然瞬间无语，他脑子里立刻浮现出秦满家那只丑不拉几的美国恶霸犬。神你妈娇娇，果然宠物的名字和主人的智商成正比。济然啧了声，跟个说梦话的人计较未免就太小气。于是他收回握紧的拳头，费力脱离对方的怀抱，然后翻了个身，强迫自己忽略掉耳边的呼吸声。合同一周不到便敲定出来了。回到家，济然把合同丢到茶几桌上：你看看有没有什么要加要改的，没有就签了。秦满接过合同，慢悠悠翻开，目光触及到甲方姓名时，秦着笑问：甲方是你个人？既然道：那不然呢？心想如果让秦满签勇士，他费心费力跟几位真人做什么？秦满看了近十分钟，济然等得烦了，双手环胸问道：看这么仔细，怕我坑你？不等秦满应，他又凉凉道：那你可得看好了，我在里面加了好多不平等条约，你现在不改，签了之后就来不及了。秦满一审，正好翻到了合同最后一页，甲方那已经签好了济然的名字，字体潦草随意，却不丑。秦满慢条斯理地从西装上衣口袋里拿出钢笔，正要签名，又想起什么来，问道：我们说的那些条件可没在上面，我如果签了，你不会耍赖吧？既然你没，你以为我跟你们这些奸商似的？老子说到做到。秦满没反驳，而是直接寥寥几笔，在乙方处签上自己的名，然后再把合同递回去：合作愉快。既然暗哼一声：能愉快才怪。既然一把拿过合同，起身离开。他走到车库，听到脚步声，知道秦满一直跟在身后，开车门前他忍不住转身看着身后的人，一脸不耐：你跟着我干什么？秦满笑道：刚刚才说的话现在就翻脸不认了？既然靠在车门上：你一大男人，自己就没点别的事干吗？勇士的资料到底有没有看过？对公司的了解又有多少？我不希望自己花这么多钱最后请回一个废物。你放心，勇士现在的情况我比你还要清楚，公司现在是你爸做主，虽说去年曾在高层会议上放话要放权给几位，实际上几位能拿到的项目不多，公司还有几个老人，其中有两个跟几位关系匪浅，你若是进了公司肯定少不了他们的刁难。秦满缓缓叙述说了近十分钟，然后看着听入神的几人莞尔道：这方面的事我以后都会跟你说明白，现在的环境和场合好像并不合适谈这些。既然这两年因为某件事开始着手调查勇士，查是查到了一些，但远远不如秦满细。秦满甚至连公司那几个老顽固妻女的信息都了如指掌。想到这，他掩去眼底的惊讶，按下车门的开锁键，对着秦满道：上车，我想等你，而且我看得很享受，为什么要离开？上级说道。既然叫秦满上车后，开车去了一趟修车厂。秦满对车子执念不大，嫌少来这些地方。到了之后，发现岳文文和程鹏早就等在那。只见几人问道：都弄好了？检查过没？都是老熟人了，大家说话都很随意。程鹏摆摆手：都搞定了，完美。岳文文停下手机的选秀节目，瞧见来人，笑眯眯地打招呼：小满满，你怎么也来了？你好。秦满笑了笑：对了，上次的事是我不小心，手还疼吗？这温柔的语句一下就击中了岳文文的心脏，早就不疼了。说着他拉过旁边一张空椅，热情道：来，你坐这儿吧。既然不悦地撇过脸去，这虚伪的笑容也就能骗骗岳文文。秦满道了一声谢，然后坦荡地坐下，明知故问道：你们都是来修车的吗？岳文文摇摇头：不是啊，这不是小冉冉马上要比赛了吗，来做个车检查。济然疼得站起身来：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我去换衣服，带济然走了。秦满才确认般地问：是什么比赛？私人性质的吗？程鹏道：不算私人，顾哲挂了个名头，是正规赛道。听见顾哲的名字，秦满随意搭在腿上的食指轻轻点了两下，忽然又问：既然车开得好吗？岳文文从手机中抬头：那必须啊，好多俱乐部都来挖过他。说着给秦满抛去个眼神：你该不会还没见过小冉冉开赛车吧？
他还真没见过。秦婉瞬间有些好奇起来，忍不住看了眼停靠在场子中间的赛车。岳文文热心道，走走走，我们去起点等他，今天让你好好看看。因为临近比赛，既然今天包了个车道训练，秦婉很快便看到济然赛车时的模样。济然的赛车服黑红相间，上面没有多余的品牌 logo， 跟他的车子比起来素了不少，唯一的点缀是背部有一团火焰花纹，衣服勾勒出他颀长的身形，肩宽腰窄，甚是养眼。当济然换上赛车服出来时，秦婉看了半天都没挪开眼。不一会儿，他的视线就被发现了，济然对上他的目光，警惕地问，你看什么？秦婉一审，看你好看。济然翻了个白眼，按到马屁精。他戴上头盔，没好气道，我今天不知道要跑多久，如果你等烦了就回去，没人逼你在这坐着。秦婉看着他，我不走，你注意安全。济然乐了，你是不是还想叫我开慢点？那倒没有。秦婉还想说什么，兜里的手机便响了，他拿出来看了眼来电显示，轻轻蹙了蹙眉，打电话来的是几趟，他不知道从哪拿的他电话号码，这几天一直在约他，还向他求助了许多鸡肋的问题，他拒绝了无数次，结果对方却越挫越勇。他脸下嘴角，拿起手机往外走。电话那头女生的声音小心翼翼的，带了些期待，秦婉哥，今天你有空吗？最近有部欧美大片刚上映，你感不感兴趣？秦婉声音淡淡，抱歉，我今天有事情要办。几堂鼓起勇气，这样啊，我能问问是什么事吗？秦婉看着不远处的车子，言简意赅地回道，我今天要陪对象。那头沉默了足足半分钟，几堂才震惊道，你有女朋友了吗？可我哥说你没有。秦婉打断他，我和几位毕业之后很少联系，他可能确实不知道。话里意思是他跟几位也不太熟。几堂臊红了脸，心里又委屈又不甘，没关系，如果他要来，我可以订两张电影票。秦婉想起几然刚刚那个警告的眼神，低头笑了声，不用了，他不喜欢我和别人走太近，以后如果有什么急事或需要帮忙，我建议你还是直接联系几位，他会帮你。说完秦婉挂断电话，回到休息区。程鹏坐在沙发上，你回来了。正好几然刚跑完一圈，秦婉看向前面的屏幕，瞬间便有些移不开眼。其中一个车载摄像头就放在方向盘不远处，几然戴着头盔，整张脸遮得结结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他睫毛很长，深邃的琥珀色眸子不经意腻了眼摄像头，眼神不羁又随意。程鹏突然开口，这么一看，既然长得可真好。秦婉收回目光，回头冷冷地望了他一眼，他眼神冷漠警惕，像是只被侵略了领地的恶虎，跟在几然面前那个温和听话的情人判若两人。程鹏被盯得头皮发麻，他正准备说什么缓和下气氛，再回首发现秦婉脸色已经恢复如常，仿佛方才的对视只是程鹏的错觉。程鹏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忽然对自己好友的未来感到担忧。既然一直练到晚上，程鹏和岳文文早早就离开了，他跟管理员预约了接下来几天的场地后才往休息区走去。看到秦婉竟然还在，既然呛了一下，手背捂着嘴重重咳了几声，你怎么还在这？我不是说了你随时可以走吗？只见秦婉轻轻勾住既然的手，看向他的眼神深邃而专注，我看得很享受，为什么要离开？而且我想等你，我只是帮你脱了衣服，其他什么都没干，你别怕。上级说道。既然练车告诉秦婉，要是等太久就先回去。不料秦婉却一直等到练习结束。只见他看着几然认真道，我看得很享受，为什么要离开？我就想等你。几然惊一脸，卧槽，这什么骚话。只听秦婉继续道，坐这么久腰酸不酸？秦婉不说他还没发觉，他现在腰部确实有些泛酸，特别想躺下。许久没在车里待这么长时间，竟然有些不习惯了。不过他还是嘴硬道，不酸，你再等会我去换衣服。几然换好衣服走出休息区，秦婉很自然地打开驾驶座的门，我来开，你休息一会儿。既然突然觉得秦婉的这种讨好他还挺受用的，他现在真不想按照限速慢吞吞地开车回家。这个赛车场离他家有一段距离，就秦婉的车速至少得开上半小时。既然坐上副驾驶，系上安全带，座椅往后一拉，车子还未开动就已经闭眼睡了过去。车上没有开音乐，秦婉开出一段路便听见身边传来沉稳的呼吸声。红灯，秦婉停下车，转过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人，为了舒适脸朝车窗内歪了一些，鼻梁在黑暗中划出一道好看的线条。刚刚还在赛道上风驰电掣的人，现在竟然毫无防备地睡在他身边。秦婉忍不住伸出手，在他鼻梁上轻轻刮了一下。几然睡得很沉，连氧都感觉不到，一动不动。到了夜晚，天气微凉，秦婉盯着他看了半晌，然后把自己外套脱掉，轻轻盖到他身上。几然一夜无梦，睡得极香。这一觉他睡到了自然醒，一睁眼入目的便是秦婉的脸。他们距离很近，再往前一点没准鼻尖都要碰上。既然脑袋空白了几秒钟，立刻往后挪了挪。不得不说，他虽然讨厌秦满，但这人的五官还真是没得挑剔，深邃立体，很像混血。
他坐起身来，刚想拿起手机看一眼时间，却被突然袭来的凉意吓了一跳。几然后知后觉地掀开被子往身上瞧，而后震惊地睁大眼，他身上竟然只剩一条内裤。他平时睡觉不喜欢穿睡衣，怪不得他今晚睡得特别舒坦。几然愤怒地再次捏住了秦满的鼻子，半晌身旁的男人由于呼吸不畅终于睁开了眼。秦满抬手握住他的手腕，声音里带着起床时特有的慵懒。怎么了？几然骂道。你特喵的，我衣服呢？秦满觉得好笑，不是挂在衣架上吗？几然炸毛，老子是问你，他们怎么不在我身上？秦满揉揉眼睛道，你衣服上有污渍，应该是在修车厂沾上的，我怕弄脏床就帮你脱了。几然没说话，他在感受自己身上有没有哪个地方在发烫。上次一觉睡醒跟被人打了一顿似的，给他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秦满见他沉默地打量自己的身子，忍不住发笑，我只是帮你脱了衣服，其他什么都没干，你别怕。我怕个屁。几然翻身下床，从衣柜里拿出换洗衣服准备去冲澡。你要真敢趁我睡着的时候瞎搞，老子告到你倾家荡产。秦满坐直身来，无所谓的耸耸肩，我已经倾家荡产了。这摆烂的态度让几然直接无言以对，于是懒得跟他啰嗦，转身进了浴室。几然在赛车场待的第四天，接到了纪国正的电话，让他来公司一趟。几然到了公司，纪国正见到他就直入正题，你和秦满的合同是什么时候签的？法务部怎么没来通知我？纪然笑了声，秦满是和我个人签的合同，与勇士无关。纪国正先是一愣，而后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胡闹，你知不知道合同里的门道有多复杂？里头随随便便一个条约就能给你设无数个陷阱。合同在哪？给我看看。纪然挑眉，没带，我找律师看过了，合同没问题。再说就算真有什么问题，也牵连不到勇士，你不用操心。纪国正很快就反应过来，你是故意的，你这是在拿工作上的事跟你哥置气。纪然懒得多费口舌，干脆把锅推到秦满身上。我可不敢，是秦满自己不想牵在勇士，我可是软磨硬泡了好久才把他留下来。纪国正没想到既然会闹这么一出，不过横竖秦满人也算是在他这，其他的只能等以后再想办法。他沉默半晌后继续道，我让秘书整理了公司的资料，一会你带回去好好看一遍，下个月开始去你哥的部门上班，其余的他会教你。还有你这头发必须染回来。纪然笑了笑，你要是不担心我和纪维会把警察折腾，就尽管把我放在他们。纪国正闻言动作一顿，最终妥协，那你回去等通知吧。纪然已经习惯了这种公式化头，闻言转身便走。拉开办公室大门时，他好似想起什么，回头沈笑，还有这发色我挺喜欢的，就先不染回来了。没想到秦满为了纪然竟然私下偷偷威胁不止，我劝你今天最好别做什么出格的事，不然怕你不好收场。比赛时间在下午，地点在某个平时不对外开放的赛车场。岳文文到场后环顾四周，顾哲也太抠了，这小破赛道能让我家小然然尽兴吗？纪然戴上头盔已经不错了，比赛规模本来就是私人性质，这个赛道算是矮子里面拔高的。秦满蹲下身，一边帮他检查耳机，一边问比赛几点开始。纪然回答三点，说着又像是想起什么，一会如果顾哲又找你查，你就顶过去，别怕那孙子。秦满道，可我说不过他。纪然一脸恨铁不成钢，我看你平时挺能说的，可没少叭叭，说不过就用拳头，都多大了，这点道理不用我教你吧。闻言秦满笑了，你是担心我受欺负吗？纪然凉凉道，你想多了，好歹今天你是跟我一块来的，打狗也得看主人不是。就在这时，已经换上了赛车服的顾哲走到他们旁边，他表情如常，仿佛之前在酒吧没发生过冲突一样。纪然，晚上有派对，比赛完了直接过去，我请了不少帅哥美女来，保准让你们尽兴。纪然懒得理他，我没空去什么破派对。是吗？冠军的颁奖礼就在派对上，我还以为你会感兴趣呢。潜台词是想拿奖品，就得去。说完，顾哲目光终于看向秦满，哎，秦总，酒吧那次我有点醉了，你应该没放在心上吧？秦满神色淡漠，嘴边挂着疏离的笑，没应他。此时广播声响起，比赛将在15分钟后开始，请各位赛车手就位。岳文文过来让纪然赶紧去准备，而顾哲则向厕所的方向走去。秦满看着他的背影也道，我去趟厕所。顾哲上完厕所洗手后正准备离开，转身便在门口撞上了秦满。他还记得上次在酒吧吃的亏，但他今天有大事要做，在那之前不好跟这人翻脸。于是顾哲脸上挂上假笑，真巧，你也来上厕所了。秦满淡淡道，不巧，我来找你。顾哲一愣，怎么？我是来建议你今天最好别做什么出格的事，不然怕你不好收场。顾哲也是觉得奇了，既然都没给他放狠话，这秦满是什么意思？现在的破产户这么嚣张的吗？于是他语气也开始不善起来，你别以为手上抓了我的把柄就猖狂，告诉你，我还真不怕你把那件事说出去，我大不了就丢个人，而你还指不定要遭什么罪。秦满却丝毫不慌，似笑非笑道，让我遭罪？就你？
顾哲冷笑一声，我要真想动你，你以为几然能拦着？他自己是个什么东西？秦满嘴角那点笑意瞬间敛了回去。顾哲原本还想继续说，结果看他面色阴沉，立马被秦满这气势震得静了声。他只好强装镇定，干什么？吓唬我呀？你搞清楚这是谁的地盘？秦满抽出纸巾擦擦手，淡淡道：“我只是好心劝劝你。”顾哲闻言一愣：“劝我什么？”秦满慢条斯理的把纸巾丢在一旁，然后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别作妖，活着挺好的。”说完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了。秦满回到座位上时，比赛已经进入准备阶段。岳文文问：“你去哪了？快来，比赛马上开始了。”秦满随口回了个理由：“厕所人多，在里面排了会队。”这时，大屏幕上的镜头刚好切到了济然的车里。赛场里突然响起一道声浪，只见济然侧目，跟顾哲来了个对视。顾哲朝济然点了点头，像是在打招呼。济然盯着他看了一会，然后对着顾哲比了个中指。秦满看着屏幕，忍不住笑了。比赛开始后，济然一路顺风顺水，精准地驶过所有弯道，车子在地上留下漂亮的 S 车痕，很快就进入了第二圈。第一圈数据出来后，岳文文惊叹：“我靠，小然然这速度，比第二那个新人快了足足12秒。”秦满也有些意外，看来济然确实有加入俱乐部的实力。就在济然准备过弯时，一辆车子突然朝济然的方向靠了靠。在比赛过程中，为了防止受伤，选手在过弯的时候一定要给予后方留下一定的空间，以免两车相撞。见状，岳文文表情凝重起来：“这是顾哲的车，他想干什么？”秦满紧抿着唇，专注地看着大屏幕。好在顾哲虽靠得近，但济然瞬间加速，不仅漂亮地超过顾哲，还把对方远远甩在了屁股后面。岳文文咽不下这口气，起身道：“我去找裁判评评理，这都不发评。”此时屏幕上，顾哲的车在过下一个弯道时，油门突然变慢了一些。秦满立刻伸手拽住岳文文：“等等！”顾哲当然不会拿自己的安危开玩笑，他只是想吓吓济然。没想到几秒后，他又跟济然打了个照面，这一回变成济然朝他挤过来了。顾哲吓了一跳，飞速转动方向盘，车子直接就开到边上草地。待他减速缓过神来，已经连济然的车屁股都看不见了。秦满心里一时有些复杂，小学弟果然睚眦必报，这么危险的报复行为也就他做得出来。秦满为了济然竟然亲自对顾哲动手，这妥妥的男友力，也太帅了吧。派对地点无非就在酒吧，顾哲不止请了方才的参赛人员，还找来不少男男女女。来的路上，秦满没说几句话，他们刚落座，岳文文便闹着和秦满玩口。济然翻了个白眼，点了支烟看他们两来，心想这家伙一路上不知道生什么气，屁话不说，现在倒跟人玩起头子来了。秦满说不会玩还真不是谦虚，济然觉得稀奇，原来这世上还有秦满不会的东西。几轮下来，酒几乎全进了他嘴里，不过能看出秦满的酒量极佳，完全不显醉态。他正看得起劲，顾哲这讨人嫌的在他对面坐了下来：“济然，恭喜你拿了 B， 没想到你还一直在练车，我以为你早就没玩了。”济然冷冷地看着他：“是很久没玩了，不过跟你跑随便练两天都能赢，倒是你现在的小动作还挺多呀。”顾哲就知道济然要提赛场上的那件事，他脸色一变：“我那是没握稳方向盘。”济然道：“别在我面前装。”顾哲也呛了回去：“那你不也还回来了吗？”济然冷笑一声：“那是老子手下留情，要不是嫌给你收拾麻烦，我刚刚早就让你去地府蹦迪了。”赛车比赛里，这种因私人恩怨使他人丧命的事早就屡见不鲜。顾哲脸色变了变，最后敷衍道：“行，算我不对，奖品我已经准备好了，你要跟我一起去拿吗？”济然也很想快点拿到手套，他起身把烟拧灭，跟在顾哲后头。顾哲把黑色的包装盒推到他面前，笑得很和善：“你检查检查。”济然打开看了眼，确实是切斯特肯内利的手套，他在电视上看到许多品牌商独家定制，世上没有第二副。他面色稍霁，合上盖子转身便想离开。顾哲连忙抓住他的肩：“哎，等会。”只见他拿过身前早就备好的两杯酒，递了一杯给济然，语气真诚：“之前我们俩之间有点误会，你别太放在心上，喝了这杯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怎么样？冤家宜解不宜结啊，都在满城混，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何必呢？我听说你要进你爸公司了，以后没准我们还能在生意场上打照面呢。”济然接过那杯酒放在掌心上轻轻晃了晃。顾哲见状立刻把自己手里那杯给喝了，干脆利落，一滴不剩。济然犹豫了下，心里总觉得哪不对劲，他稍稍把手抬了起来，还没来得及说话，掌心没的一口，只见秦满捏着那杯酒递到顾哲面前，微笑着道：“既然你这么喜欢喝酒，不如你两杯都喝了。”济然一怔：“你跟过来做什么？”秦满沈笑了声：“我再不过来，生意怕是要被别人抢。”这话别人听不懂，济然却瞬间了然，他本就起了疑心，线下几乎马上就明白过来。他下意识看向顾哲，看到对方正面色铁青，满脸憎恨地盯着秦满，济然当时就发毛了：“你在酒里面加了东西，
下药这种事怎么说都不光彩。顾哲扯出一抹笑，咬牙否认，我没有，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既然一脸不信，那你把这酒喝了。顾哲额间冒了些汗，心虚道，我再喝药醉了，一会我还得。看他这个样子，既然还有什么不明白。只见他一把扯过顾哲的衣领，想也不想就往对方脸上挥了一拳。顾哲吓了一跳，加上喝了酒，动作迟缓，竟然一下没能反抗。既然抓住时机就把他摁在地上，第二拳紧随而下。岳文文被这变故惊呆了，上来就想拦，小然然别打了。可既然气在头上，岳文文完全拉不动他。就在第三拳要下去时，既然突然感觉腰上一紧，紧跟着他被人轻轻松松拦腰抱起，双脚甚至都离了地。秦满把他抱开，交给岳文文，吩咐道，抓稳他。既然气得手脚直扑腾，松开我，我今天非要打死这孙子不可。顾哲只觉得疼痛难忍，他抬手在鼻子上抹了一把，居然摸到了血。卧槽，既然你竟敢打我。他话还没说完，就看到秦满拿起台上的酒蹲到顾哲面前，含着嗓音问，里面放了什么药。顾哲还嘴硬，老子没放药。说着挣扎着想起来，却被秦满猛地捏住他的下巴，强迫他把嘴巴张开。他还来不及反应，就被秦满面无表情地把那杯酒灌进了他的嘴里。大家都被他这举动惊着了，就连几然也跟着愣了愣。顾哲忙想把酒呕出来，卧槽，秦满，老子一定搞死你。几然回过神来，你他喵吓唬谁呢？秦满是老子罩的人，他趁岳文文不注意，一个使劲就把手抽了出来，做事还要揍顾哲。秦满却先一步走到他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几然怒道，你让开，我今天非要。他话还没说完，秦满猝不及防弯下身来，趁他没有防备，直接把人扛到了肩膀上。几然使劲扑腾，特喵的，你放我下来。秦满忽略背部传来的疼痛，拿起台上的黑色盒子，对岳文文道，看看有没有什么损坏，帮忙付下钱，明天我会转给你。岳文文此时已经傻了，只知道点头，好的，你是不是趁我不在的时候自己偷偷解决了？天啊，这究竟是什么虎狼之词，这是要上高速的节奏啊。上级说道，在派对上，顾哲给济然的酒里下药，不料却被秦满灌进了嘴里。他放出狠话，一定要让秦满好看。济然闻言正想把顾哲痛揍一顿，却被秦满当着几十号人的面扛在肩上离开了酒吧。秦满，我要跟你同归于尽。到了车前，济然已经没力气扑腾，他索性放弃了挣扎，可嘴上还嚷嚷着，我要杀了你。秦满嗯了一声，理所当然道，我刚刚喝酒了，一会你来开车，要是你还实在气不过，现在回去也行，刚在里头丢了这么大的脸，济然怎么可能还会回去。看秦满坐上车，他越想越气，你刚刚拦我做什么？顾哲这种人就应该打死。秦满淡淡道，刚刚有人在路里，你想被带进局子吗？既然挑起眉，那你还灌他药？要是把他喝死了，我们岂不是还得负责？秦满凉凉道，那应该是春药，他还没那胆子给你投毒，而且那是他该担心的事，要是他带来的，警察一查就知道。既然哑然，半晌才小声嘟囔，那你也不能就这么把我扛出来，丢不丢人啊？秦满没有说话。车里一下恢复寂静，既然忍不住转头看了一眼，见他目视前方，脸上没什么表情。十分钟后，既然终于彻底冷静下来了。他其实知道秦满说的都对，但他当时在气头上，怎么可能忍得下来？想起自己在秦满肩上的扑腾劲，估计对方刚刚没少挨他拳头。既然犹豫了会，别扭的开了口，谢了。刚才，秦满冷不防地问，你几岁了？既然莫名道，24啊，这么大个人了，别人递的酒还敢乱喝？我看你倒像12岁，一点防备意识都没有，报复时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还喜欢用拳头解决事情。既然瞪大眼反驳，我怎么知道顾哲这么变态，会给一个男人下药？秦满神色淡淡，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看出顾哲今天不对劲。说谁没脑子呢？既然没想到自己道谢反而引来一顿责备，只见他冷笑一声，再说了，就算我吃了那药又怎么样？顾哲难不成还带得走我？大不了就是饥渴一晚上，实在不行我花钱找个泄火的总可以了吧。秦满突然转过头，直直地看着他，不需要，你面前就有个现成的，问题是你敢用吗？既然正发着脾气，愣是被秦满这一眼神给浇了火。他顿了一下才道，我怎么不敢？你以为我给你花钱是为了什么？秦满脸上没什么表情，那你倒是用了，我现在没兴趣。既然掩饰般转过头，把车开进车库。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天天净想些有的没的？秦满目光悠悠，我看是你有问题吧。既然脱口呛了回去，你才有问题，是你活不好，我不爱用，怎么了？秦满脸色瞬间变差，重复道，我活不好，那你还找我做什么？既然看他这脸色，就知道自己的话起了作用，于是继续道，我这不是订了货才发现质量不行吗？谁知道你这人华而不实，虚有其表。想起第一次事后的后遗症，既然认为自己说的是实话，所以话说的理直气壮，十分硬气。原以为秦满会跟自己在这车上大吵一架，没想到他闻言沉默了几秒钟，便解开安全带下车了。
留下几然愣怔地坐在驾驶座上。几然烦躁地揉了揉头发，觉得自己脑子有些发热。他没事跟秦满争这些干什么？他下了车后没急着进门，而是先走到院子里吹了会风。这时岳文文的电话进来。小然然，酒吧那边我都处理好了，你没事吧？到家了没？既然到，我能有什么事？顾哲那孙子呢？岳文文犹豫了下才回答，被他朋友带走了，也不知道是去医院还是找女人去。没想到还真是那种药，既然刚刚消下去的怒火又冒了上来。你去帮我查一下他在哪家医院，或者哪家宾馆。岳文文愣了愣，查这个做什么？老子要把他淹了。岳文文已经很久没见既然发这么大火了，赶紧劝道，小祖宗，你消停一会儿吧。刚刚顾哲走的时候一直扬言要整死秦满了，既然炸了，老子会怕他不成？岳文文委婉道，你当然不怕，但秦满现在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顾哲家里好歹也有点背景，小满满他家不就是破个产吗？既然打断他，秦满就算跑到街上当乞丐，顾哲都碰不了他一根指头。我这还有事先挂了。既然回到房间，就看到秦满只穿了一条短裤，刚好从浴室走出来，男人精壮的身材暴露在空气中，身上还挂着未擦净的水珠。既然看了一眼就匆匆挪开视线，这几天你先在家里待着，顾哲喜欢搞阴的，他现在记恨你，很可能会对你下黑手，我尽快把事情全部解决掉，应该不会太久。他话还没说完就被秦满拽住手腕，下一秒整个人就被秦满推倒在沙发上。既然一震，下意识想起身，秦满的掌心却紧紧贴在他胸口上把他往回压。只见秦满俯身逆着他，我说了我也是有需要的，之前顾着你要练车比赛，现在事情结束，你该履行之前答应我的条件了。秦满呼吸喷在他耳朵上，既然感觉到自己心脏在砰砰直跳。他用力推着秦满的手，是我付的钱，什么时候履行当然也是我说了算，那你要是一辈子都不想履行呢？秦满说着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之前在别墅到现在都过去这么久，你总不会一点需求都没有，难道说你趁我不在的时候自己偷偷解决了？那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是满意还有的谈，要是伺候不好立马滚蛋。宝宝们，这集车速有点快，估计迟点会下架，大家且看且珍惜。上集说到回家途中，既然故意激秦满说他技术不好，回到房间秦满就直接把人推倒，问道，距离上次那么久了，你是不是偷偷弄过了？既然脸颊发烫，这关你什么事？秦满皱眉，那让我看看。说着伸手往下探去，秦满力气很足，一边腿还压着他，既然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桎梏在他怀里，发现挣扎不得后脱口喊道，没有，没弄过。你滚开。不滚。秦满说的理直气壮，你当初不就是想找人做这些事吗？我们互惠互利，我也不用你负责，为什么不要？而且我这次做足了准备，或者你要想在上面也可以。秦满说的天衣无缝，既然竟然一时间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他。只见秦满松开他，两手撑着床铺，又问下面的人，继续吗？既然哑着声音，我要说不做，你难道还能告我违约不成？不能。秦满一脸认真地看着他，我会为你在勇士干一年，第一次协议的钱我退你，一年后合同结束我们分道扬镳。既然轻轻喘着气瞪着他，秦满望了他许久，突然埋下头来。既然这半个月来都被赛车的事情压着，一时间根本经不住这种撩拨，而且话都说到这份上，他觉得秦满说的也有道理，大家都是男人，这是谁也不吃亏。想到这，既然抬起手用手臂狠狠箍住秦满的脖子，拦住了对方想起身的动作。只见他哑着嗓子骂道，那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伺候好吗还有的谈，要是伺候不好以后就滚回客房去睡。话刚说完就觉得下巴一疼，秦满加重了嘴里的力道，在上面咬出一道齿痕来。最后岳文文送的限量货派上了用场，床铺声震耳，被人翻来覆去三小时后，既然什么力气都没有。外面下着小雨，既然听着雨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秦满揉揉他的头发问，这次疼吗？既然没应他，疼倒是不疼，还很爽，身心舒畅，就是腿有点酸。半分钟后既然才坐起身打算来一支烟，他有点想不起来在酒店那次是不是有这么爽。那天他醉得有些糊涂，只记得醒来之后有多遭罪。秦满洗好澡后坐到几然身边拍拍他，几然回神，秦满问还有吗？几然扫了他一眼，把自己的半截烟递过去，秦满稍稍弯腰用嘴接了过去，过程中嘴唇还碰了碰几然的指尖。囡囡在这里友情提示，吸烟有害健康，请勿模仿哦。只见他极其自然地抿了一口，然后吐出烟圈。昏暗灯光中，男人的侧面像是被雕琢过，脸上还带了些残留的欲望，在烟雾的衬托下十分迷人。既然咽了咽口水，抽个烟也能这么帅，真要命。这时秦满突然开口，你和顾哲怎么认识的？既然从卧室出来的时候头发凌乱，身上红痕断断续续一直往下延伸，可见昨晚战况多么激烈。上集说到既然和秦满事后共抽一支烟，就在既然为秦满吞云吐雾的样子着迷的时候，秦满突然转头问他，
你和顾哲是怎么认识的？既然翻身躺回床上，高中隔壁班。秦满又问，那他以前欺负过你吗？既然像是听见什么笑话，没人能欺负我。他就是明面上什么事都不敢做，才会背地里使小手段。秦满拧灭烟，下次别再上套了。你知道他下药的目的吗？既然想也不想就回答，据说那种药都有副作用，他不就是想看我出去？我跟你说过，当时有人在录影。秦满侧目，眼底黑沉沉的，那人用的是专业摄像机。你觉得会有人把这种设备带来夜店吗？他们想拍你，到时候视频传播出去，不论是发在网络上还是发给你家人，你都没有好果子吃。既然骂了句脏话，卧槽，你怎么不早告诉我？秦满看着他叹了口气，你知道了，然后呢？返回去再把人揍一顿吗？你做事太冲动了。既然气笑了，那我要怎么做？跟他说声没关系，然后跟他碰个杯再走吧。感觉身边的人又有了点脾气，秦满决定顺着毛理，你什么都不用做。顾哲平时亏心事干得不少，过不了多久就会摔跟头。既然沉默了，大半夜的，他不想再提顾哲，平白给自己添。半晌，他突然想起什么，问道，对了，你搬来我这住，你那条狗怎么办？秦满挑眉，你说娇娇？既然无力吐槽，他想不通秦满为什么要给条公狗取这么个名。秦满回答，他跟我父母出国了。说着顿了顿，你怎么知道我养了条狗？既然翻身掀被子躺下，不知道，我瞎猜的。秦满话里带了些笑意，你看我朋友圈了？没看。既然闭眼不看他，秦满直接逼上来，可我只在朋友圈发过他。既然拍开他的手，我说了没看就是没看。你到底睡不睡觉？不睡就滚出去，别吵我。岳文文一晚上没睡好。他好久没见既然打人了，于是第二天他给程鹏打了电话，然后两人到了既然家。岳文文用密码开了门，一进去便听见厨房那边隐约传来细碎的声响。他拎着袋子走向客厅，小然然，我就知道你肯定没睡好，给你买了点水果，要不要帮你切了？说完他就自顾自地走向厨房，就看到秦满正在打鸡蛋。他穿着白衬衫，身上系着一条红兔子围裙。哇哦，这么居家的样子他们还是第一次见。程鹏直接吹起了口哨。岳文文问，小然然呢？还没醒吗？秦满笑了笑，醒了，在刷牙。就在这时，既然头发凌乱地从主卧出来，浑身只穿了条黑色四角短裤，身上红痕断断续续。他睡眼惺忪，迷糊问道，你又在做什么？他嗓子沙哑得如同破锣一般，能听出昨晚确实损耗得厉害。一个苹果掉落到地毯上，发出一声闷响。既然听见声音，一个转头和沙发上的三人对上了目光，空气瞬间安静得落针可闻。想找下家是吧？我告诉你，没门。这一晚的战况果真是人生得意须尽欢啊。上级说道，既然只穿了条黑色短裤，一身青紫的推开卧室门，不料竟看到岳文文和程鹏站在自家客厅里，空气霎时间陷入一片死寂。既然沉默半晌，然后面无表情的转身，在三人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哐的一声把卧室门给关上了。五分钟后，他套了件衬衫重新出来，才问二人，你们怎么在这？程鹏答道，来跟你商量一下顾哲的事。你打算怎么解决？怎么解决？既然内心完全没有想法，他现在喉咙难受得紧，随手勺了一口秦满手里的汤放进嘴里，才问，他被毒死没？程鹏摇头，没。今早健健康康从酒店里出来了。只见几人拧起眉问身边的人，就你这点水平，以后能不能离厨房远点？秦满接过勺子，我怕你起床饿了。缺了什么？我去放。几人确实饿了，不过有总比没有强，于是极不情愿道，点少了，汤熬的也不浓，最后记得放点香油提味。秦满点点头，又进了厨房。岳文文看得目瞪口呆，这该死的新婚小夫妇既是的。既然转头问坐到沙发上的程鹏，昨天那些跟顾哲一伙还有谁在场？你把名字都发给我。程鹏笑了，你怎么知道我查了这个？一会我发你，不过你打算做什么？一个一个报复回来，你忙得过来吗？既然啧了声，我没那精力，我记仇不行。他说完捂着嘴巴狠咳了几声。程鹏转头问岳文文，对了，你们昨天去第二摊了？岳文文剥了颗橘子塞到嘴里，哪还有心情去续摊，直接回家了。干嘛？是不是看几然声音哑成这样，他以为我们跑去 KTV 嗨了一晚上？几然怒了，就你废话多。程鹏耸耸肩，起身往厨房走去，我去帮个手，肚子饿。坐了一会，几然实在忍不住了，弯腰咳了大半会，岳文文立刻挪到他身边，把手上的橘子递给他，关切地问，小然然你们是吧？昨晚是不是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了？是不是特别舒服？小雨伞带了吗？千万别弄在里面，不然很容易肚子疼。既然看着他翻了个白眼，他现在喉咙疼得很，压根懒得解释。再说就他身上这状态，也骗不过岳文文，干脆省点力气。看他不说话，岳文文恍然道，我明白，我都明白，人生的一须尽欢，但你还是得注意身体。你看你嗓子都哑成这样了。既然炸了，
你再说一句，我立马就把你赶出去。说完他无力地扶了扶额头，心想昨天他确实差点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想找夏家是吧？我告诉你，没门。他收回思绪，手捂上脖子，觉得嗓子更疼了，心想男人在床上果然没半句实话，说什么伺候人，以后再也不信他了。别给陌生人开门，我今晚会早点回来。听话，上级说道。经过昨夜一晚上的损耗，济然的嗓子沙哑得如同破锣一般，不过也不全是因为床事，他前两天就觉得嗓子在隐隐发疼，只是到了今天才发作，昨晚在床上叫的那几声不过是加重了一些病况。他收回思绪，见秦满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身上换回了平日的西装。济然一愣，你要出去？秦满嗯了一声，约了朋友。放心，顾哲不敢找我麻烦。济然不自然道，切，谁担心你啊？秦满系好领带走到沙发边，我会早点回来，别给陌生人开门。济然无语，你当我三岁小孩？秦满拿出他腋下家的体温针， 37.3 度，还是有点低烧，今天你就别出门了，一会吃点药吧。济然摆摆手，没好气道，知道了，你赶紧走。秦满揉揉他头发，轻笑，等我回来。秦满走后，济然刚躺下，手机就响了，打开一看，是个不认识的号码。他接起来，电话那头是个陌生男人的声音，是济先生吗？您好，我叫许林，是您之后在勇士的工作助理，吉总让我通知您下周三上班，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空。我整理了很多工作上的资料，方便的话我们约个地点见面吧。半小时后，吉然准时出现在约好的餐厅，他戴着鸭舌帽和口罩，在人群中十分瞩目。吉然抬眼看到餐厅角落坐着一个男人，穿着淡灰色西装，看起来年纪在30上下，打扮整洁，样貌端正，斯斯文文的。许林站起身来朝他挥手，您是季先生吧？我在电话里听到你嗓子好像不太舒服，所以给你点了杯绿茶，如果您不喜欢喝的话可以点别的。既然坐下来忍着喉间的不适道，不用。资料呢？许林把资料递过去，都在这，这些是我这几天整理出来的，你看看有没有什么缺漏的。既然接过来没翻开，又问，你以前就是勇士的员工吗？许林点头，对，我以前是季总的助理。既然一顿，季总几维吗？许林笑容看不出任何破绽，是的，我三个月前刚离开他的部门。既然觉得好笑，你倒是诚实，是他让你来监视我的。许林落落大方，没有一丝窘迫，这些事以后你进了公司也会查到，没什么好难的，是我和季总的工作习性不合，所以我通过季总自愿调职到了您这，绝对不是监视。本来想感人的济然听许林这么说反而觉得有点意思，没听说过普通员工因为和上司工作习性不合自己找大老板申请调职的。济然往后一靠，我这也不是什么人都要。你履历呢？许林笑道，在资料的最后一页。济然翻开一看，履历上头密密麻麻的，足以体现出他的工作能力。入职七年，在几位手下工作了七年。七年是条狗都养出感情了。他玩味地笑了笑，然后合上文件。成，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习性应该挺多，你就留下吧。许林也应和他的玩笑，谢谢季先生收留我。我还整理了这两年公司的项目，还有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您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问我，打电话或者见面谈都行，我随时有空。既然看这个许林比他想象中的要好相处，心想就算他是几位派来监视他的，自己也不好伸手打笑脸人，既然还要说什么。手机突然震了震，打开一看，是秦满发来的微信，你出门了吗？既然回了一句，关你屁事。这时许林电话也紧跟着响了起来，看到来电显示，他面色微变，站起身来，季先生，我去接个电话。既然拿起桌上的文件，别去了，我今天没时间，就聊到这里，先走了。许林连忙叫住他，可我这还有些事要汇报。手机铃声响个不停，既然听得头疼，他指了指许林握着的手机，要么接要么挂，这铃声听起来太烦人了，有什么下次再说吧。还有以后别订这种茶餐厅，我不喜欢喝茶，嘴里太苦。说完他拿着那些文件往手掌里一扣，大步离开了茶馆。许林目送他离开，心想几位说的没错，他这个弟弟确实傲慢无礼，目中无人，看来他以后的工作不会进行得太顺利，但总比在以前那儿好。既然现在急着想喝奶茶，总觉得嘴巴里被茶味搅得犯苦。他开车回了一趟母校学校旁边的奶茶店，开了十多年了，老板娘人好心善，就算毕业了，既然隔三差五还是会跟岳文文一块来这喝奶茶。因为是上学时间，店里没什么客人，老板娘见到他笑得特别温柔，小兰来了，要喝什么？既然坐在老位置上应道，跟以前一样。老板娘一愣，你声音怎么了？既然说，只是有点感冒。老板娘一脸担忧，年轻人身强力壮的，怎么就感冒了？要注意多添衣服，奶茶我就给你做热的吧。对了，文文今天怎么没跟你一块来？他太吵了，我不带他。既然说完撑着下巴往右侧的墙上看了一眼，这面墙是树洞墙，上面贴满了便利贴，这家店开了十年，
墙再大也是不够贴的，因此一旦墙面被贴满，老板娘就会把这些便利贴取下来收好，每年都会抽一段时间拿出来重新贴上去。这次篮球赛一定要赢三班。这张纸条下还有不同颜色笔记的回忆。你做梦，三班必胜。一群小学生几人看着觉得好笑，他扯下口罩吸了口新鲜空气，余光往角落一瞥，秦满丑八怪，纸条上字迹潦草，能看出主人写下这句话时心情并不是太好。几人先是一阵红人倏然变大，这他喵的好像是自己写的，而且这张纸条下面的回复也是最多，所以就算老板娘把它贴在角落仍是显眼。秦满是我们学校的校草好吗？你才丑呢，这是哪个癞蛤蟆写的纸条？是在嫉妒吗？祝你一辈子没女朋友。才不是我写的，谁写谁傻逼，你才傻逼呢。吉安心里骂了一句，怒气冲冲地扯下纸条来。秦满无奈地问，你是不是屁股又疼了？吉安瞬间炸了，你屁股才疼，你全家屁股都疼。上级说道。吉安见完许玲后来到母校旁边的奶茶店，看到了自己当年写的便利贴。他扯下纸条，老板娘送奶茶时刚巧看见了，忙说，小然，这个不能摘的。吉安没有把纸条还回去的意思，只问，这是哪一年的纸条啊？老板娘反应过来笑了，你说你的纸条吗？09年你初三的时候贴的。吉然矢口否认，不是我的，是岳文文写的，他暗恋老师，我觉得这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你摘了，免得有记者什么的过来被拍到。老板娘倒吸一口气，还有这事？吉然冷静道，是啊，真不像话，我帮他拿回去。老板娘犹豫了下同意了，那好，你还得劝劝他，09年那他跟老师的年龄差该有多大呀？对方应该都结婚生子了。吉然又坐了一会，趁人流量大之前离开了奶茶店，刚把车子驶进车库，就接到了岳文文的电话。不会吧，老板娘这就把消息告诉他了？因为心虚，吉然说话的语气都柔和了几分，问道，怎么了？电话那头岳文文压低声音，小然然，我看到秦满了，他和几位坐一起了，真的，就在缪斯餐厅，不信你可以过来看看。吉然顿了顿，不耐烦道，有什么好看的？以后这些破事能不能别拿来烦我？他爱见谁见谁，告诉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他爹。岳文文想想也对，也收，人家就是条件反射了。行吧，那我挂了。既然皱眉，半晌后问，等等，他们说什么了？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既然忽然觉得喉咙更疼了，还在微微发痒，怎么咳都难受。挂了电话后，既然走了两步，又突然想起什么，从口袋拿出那张便利贴来。老板娘把便利贴保管得很好，这么多年过去，上面只有一道被折叠起来的痕迹。他盯着纸条看了一会，然后猛地握紧手掌，把便利贴拧成一团丢到了垃圾桶。秦满回来的时候，看到几然正在电视机前打电话，他戴着口罩，又套了一件厚外套，整个人看起来都懒洋洋的。秦满把塑料袋放到桌上，几然一眼没看，置若罔闻。就在他准备打 boss 时，一只大掌附到了他额头上。只听秦满道，没发烧。几然猛地一扭头，离开他的掌心，滚开，别挡着我玩游戏。秦满看了眼屏幕，我买了药回来，打了这局吃一点吧。几然手上动作一致，你下毒了。不吃。秦满觉着好笑，病着不难受吗？既然不搭理他，手上操作娴熟，不到十分钟就把 boss 打死。秦满坐在身后的沙发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扯了扯领带，看到沙发边上的文件夹，挑了挑眉，拿过来随便翻了几页。半分钟后，他盯着文件末尾的署名，问，你今天去见谁了？既然道，别碰我东西。秦满把文件放下，我没记错的话，许玲应该是几维的助理，他可是几维的左膀右臂，你去见他做什么？他还给你带了这些资料。吉然没好气道，他以后是我的人了。什么？秦满以为自己听差了，他以后是我的助理。吉然丢下手笔，站起身，从秦满手中夺过资料。秦满皱眉，他和几位关系亲密，我不建议你把他放在身边。那你呢？吉然突然打断他，笑得嘲讽，你还是几位的同窗好友，多年兄弟，我还不是把你睡了。这话一出，秦满愣住了。客厅里安静了半分钟，只剩下游戏的背景音乐。秦满想了想，才揉着额头无奈道，你屁股又疼了吗？吉然瞬间炸了，你屁股才疼，你全家屁股都疼。秦满无辜地问，那我哪惹着你了？吉然把资料丢进卧室，出来又坐到地毯上开始打游戏。秦满坐到他身边，慢条斯理地重复道，吃点药吧。吉然皱眉，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假惺惺的，我当初买的套餐里没包这个的。秦满笑了笑，这是附赠服务。吉然用手肘把他顶开，我不需要，再吵吵退我。秦满点头，说了一声好，就站起身来。进了卧室，砰的一声关门声清脆，吉然听到声音转头看到身边空了，还真是附赠服务，就这样走了，瞬间黑脸，把屏幕上的敌人乱棍打死。到了晚上，吉然早早洗了澡便睡下了，因为喉咙发炎，他连带着体温也高了一些，
连做了好几个噩梦后终于被人叫醒，勉强睁开眼就看到秦满脸上表情严肃，你一直在说梦话，高烧不退，我带你去医院。既然他脾气不差，他只是身体不舒服，平时对我和对朋友都挺好。瞧瞧秦满这护短的样子，这满满男友力简直不要太帅。上级说道，既然回到家半夜发起了高烧，连做了好几个噩梦后终于被人叫醒。他艰难的睁眼看着眼前的人，没好气地问，干什么？只见秦满掌心摁在他的脸侧，表情严肃，你一直在说梦话，高烧不退，我们去医院。既然看了眼时间，被子往身上一带，都三点了，去什么医院？不去，我要睡觉，你别烦我。半分钟后被子被人掀开，秦满已经换了身长服，他道，要么你自己起来，要么我抱你去。既然一脸不情愿，我都说了不去，话音刚落秦满就直接上了手，他强行把几然扶起来，从衣柜随便抓起衣服就往他身上套，把他裹得严严实实。几然被动的伸手抬腿，嘴里骂道，等我病好了再收拾你，你穿衣服就穿衣服，别碰我，这衣服都过季了，我不穿，你听见没？秦满耐着性子帮他穿好衣服，心想这人少说两句也不会病成这样。他半跪在床边盯着几然，我再问你一遍，你自己走去还是我抱你去？几然垂头跟他对视了几秒钟后撇开视线，我一大老爷们不需要你抱，你站起来扶我。人一发烧就犯困，几然强撑着眼皮盯着车窗外的景色，半夜三点街上空空荡荡，秦满开得很快，几然扫了眼时速表后问，怎么现在不怕被扣分了？秦满道，怕，不过我驾照还没扣过分，偶尔扣一回没事。闻言几然又问，这是附赠服务还是收费服务？话说在前头，我不会帮你交罚款的，你休想强制我消费。秦满抬手用纸杯贴了贴他的脸，几然一惊，就听对方莞尔道，不收你钱，放心吧。既然烧得有点高，医生直接给他开了吊瓶。他懒懒地靠在椅子上，看着那根针缓缓扎入皮肤，你这是喉咙发炎引起的，这几天要少吃油炸食品，多喝水。护士细心帮他把针固定好，然后问身旁的人，你是他朋友吗？看到秦满点头，又继续交代道，这些药最好是饭后吃，不然你去给他买点吃的。附近有两家粥店都是24小时营业。既然闷声道，我不吃。话还没说完，嘴就被秦满捂住，我会照顾他的，麻烦你。在护士走后，秦满坐到他旁边，把药全倒在手上，然后伸手递给他，吃了。既然一时有点不太适应，秦满居然不逼他喝粥，按他之前的性子，怎么着也得说两句虚伪的场面话吧。既然盯着他手上的药，突然硬巴巴道，我要喝粥。秦满挑眉，不是不吃吗？既然炸毛，我又想吃了不行。你买不买？不买我自己点外卖。好，你等我一会儿。秦满刚走出注射室，就听见方才那个护士正在和同事聊天，你看上的那个发烧小帅哥脾气有点差。旁边的护士一惊，真的假的？有多差呀？就是跟朋友说话挺不客气的，看起来不太好相处。不过话说回来，他脾气虽然是差了一点点，但长得好看，血管也好扎，你如果真喜欢可以努力试试。秦满闻言直接走了过去，看着他们一脸认真道，他脾气不差。那位护士回过头来，脸不禁一红，我不是这个意思，抱歉。秦满一审，没事，他只是身体不舒服，平时对我和对朋友都挺好。我看也是。护士赶紧转移话题，你要走了吗？去给他买点粥。秦满脸上笑容无懈可击，语气自然，他女朋友有事不能来，我照顾照顾他。听到女朋友三字，另一个护士脸色变了变，这样啊，那你快去吧。很快秦满把粥买了回来，以既然手不方便为由，一口一口地喂给他。既然喝了粥后胃里暖暖的，整个人也舒服了许多，于是使唤道，我看差不多了，你让护士来拔针吧。秦满看了眼头上的吊瓶一动不动，才吊了一半。既然催促道，我不想做了，吃了要睡两小时就好，快去把针打完。秦满一副不容拒绝的样子，既然头昏脑胀，没力跟他多说，往后一靠打算在椅子上睡一会儿。秦满却突然开口，那个许林在几位手下做了很多年，虽然只是个助理，但几位手下的项目他都掺了一手，基本等同于几位的心。你真的放心他调来你部门吗？别动，我只是看你退烧了没有。上级说道。既然半夜发高烧，秦满带他去了医院，期间他突然道，许林在几位手下做了很多年，虽然只是个助理，但几位手下的项目他都掺了一手，基本等同于几位的心。你真的放心他调来你部门？既然闭着眼自嘲道，不关你事，难为你对纪维的助手都这么了解，怎么着，你才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秦满失笑，不止许林，纪维的员工我或多或少都查了一点，不也全部给你看了吗？想起那些资料自己只匆匆看了眼，都还没来得及细读。纪然哦了声，我还以为是许林跳槽让纪维慌了神，特地叫你出去给他支支招。秦满顿了顿，很快明白过来，支招？你是说下午的事？
几然立刻否认，没有。想起在餐厅见到的岳文文，刑满解释道，下午我约了朋友，聊完之后刚巧碰见几然，他说要跟我商量同学聚会的事，我不好拒绝。几然不自然扭过头，没人想知道你下午见了谁。别吵我，我要睡觉。秦满看着他闭上眼睛，轻叹口气，也不再多言。吊完针离开医院时已经接近五点。回到家，几然闷头往屋里走，他现在就想躺回床上好好睡上一觉，其他什么也不想管。秦满从车里拿出药，锁上车门，正要随着他往里走，余光一瞥，看到了垃圾桶里十分显眼的紫色纸团。只见纸团一角似乎有个黑色的字，像是个情字。几然第二天是被电话铃声吵醒，他迷迷糊糊拿起手机一看，屏幕上显示是许林的电话。他瞬间清醒过来，跟对方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后，他正要从床上起来，身后的人一把将他带进怀里，另一只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几然稍退了一些，力气也回来了，他手用力一拍，做什么？看看你退烧了没。秦满收回手，看着几然干脆利落地跳下床，他交叉着垫在侧脸，趴着问道，刚刚是谁的电话？答了许林二字，几然便直接进了卫生间。他洗漱出来，就见秦满已经换好了衣服，白 T 牛仔裤，总算有了点年轻人的气味。秦满问他要不要先去吃个早餐，既然动作一顿，我过去了再吃。秦满点头，那我去洗漱，你要是收拾好了，可以先去车上等我。既然一脸疑惑，你也要去？我是去谈工作，你去干什么？秦满走进浴室，其他条件先不说，我们之间还有工作合同，所以我认为工作上的事，我也算是有资格在场吧。既然想了想，就许林那唐僧念经体质，他去了估计也听不进什么，把秦满带去没准还能当个备忘录用用。想到这，既然也不再反对，他换上衣服往屋外走去。进了车库，几然刚要上车，忽然想起什么来，一个转身几步走到垃圾桶旁边，猛地蹲了下去。垃圾桶里只有几张纸巾和一个饮料罐，其余什么都没有。不应该呀，那张纸条他记得明明是扔在这里。几然在垃圾桶旁边找了大半天，眉头都拧成了一个结。他蹲着回想了好一会，正准备再找找，就听见外面传来一道脚步声。他一个机灵，连忙站起身。秦满走进车库，见几然站在角落附近，问道，你在干什么？没什么。几然若无其事地走向车子。秦满环顾四周，又问，你在找什么东西吗？几然一慌神，随便扯了个理由，没，我检查一下阿姨的打扫工作，倒没到位。到餐厅后，许林见到秦满时有些意外，不过他很快便调整情绪，和气地朝秦满伸出手，你好秦先生，久仰大名。秦满回握对方，你好，我也常听说你，大型商业互吹现场。几然翘着个大二郎腿，听得特别腻，他用手机给清洁阿姨发了条微信，问对方这两天有没有来过家里。只听许林道，我原以为要等进了公司后才有机会见到你，其实我有很多工作方面的事想跟你讨教，现在终于有机会。秦满笑了笑，怎么会，我现在就住在几然家，你有什么想问的尽管让他转告就是了。几然头也没抬，你们就不能直接交换个联系方式吗？找我传话，你付得起那钱吗？许林一愣，他觉得方才的对话内容里信息量有些大，想起半月前几维还让他去查过这两个人的过往，可他查了干干净净的，除了同校之外没有别的交集。对于几然的呛声，秦满丝毫不在意，他拿出手机，那不然我们换个联系方式。许林猛地回神，忙拿出手机，好的。几然觉得自己真是有先见之明，许林今天准备的资料足足比昨天多出了一倍。秦满偶尔翻阅文件，偶尔抬头询问，二人一直聊到了中午。几然坐得不耐烦，正准备开口打断他们，手机就猛地震了一声，打开一看，是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几然，你故意搞我？几然皱眉，回了句你谁？几秒后，对面立刻回复过来，不折。秦满刚想问身边人饿不饿，就见几然疼得站起身来，